谢谢，请报告出席人数。开始开会，请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全体会，出席委员七人，已除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经济委员会第八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11月9日星期三上午9:03至12:04，下午20:32至40:43；105年11月10日星期四上午9:08至12:09，下午20:32至40:17。地点：红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孔文举委员等15人，列席委员：刘思芳委员等33人。列席人员：105年11月9日星期三，经济部部长李世光及相关人员；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陈梅英；105年11月10日星期四，经济部部长李世光上午；政务次长沈荣津下午及相关人员；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研究委员黄耀生；主席管召集委员毕林。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经济部及所属单位预算部分决议。一、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127项，经济部原列7357万4000元，增列第一目罚金罚款及代金75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8107万4000元。第128项，工业局370万7000元照列。第129项，国际贸易局及所属原列239万2000元，增列第一目罚金罚款及代金560万8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800万元。第130项，标准检验局及所属1810万3000元照列。第131项，智慧财产局125万元照列。第132项，水利署及所属8495万元照列。第133项，中小企业处17万5000元照列。第134项，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及所属477万4000元照列。第135项，中央地质调查所60万元照列。第136项，人员局890万元照列。第三款规费收入第101项，经济部7亿1610万7000元照列。第102项，工业局356万6000元照列。第103项，标准检验局及所属原列9亿8064万1000元，增列第二目使用规费收入第三节服务费267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9亿8331万1000元。第104项，智慧财产局39亿4592万3000元照列。第105项，水利署及所属1529万5000元照列。第106项，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及所属493万元照列。第107项，人员局1065万6000元照列。第四款财产收入第146项，经济部原列81亿4475万2000元，简列第二目财产售价第一节有价证券售价40亿9863万9000元。第三目投资收回第一节投资资本收回34亿1136万1000元，共计简列75亿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6亿4475万2000元。第147项，工业局807万9000元照列。第148项，国际贸易局及所属原列12亿9589万1000元，增列第一目财产孳息第二节权利金700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3亿6589万1000元。第149项，标准检验局及所属280万1000元照列。第150项，智慧财产局110万5000元照列。第151项，水利署及所属原列6301万2000元，增列第二目财产售价70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7001万2000元。第152项，中小企业处55万3000元照列。第153项，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及所属32000元照列。第154项，中央地质调查所40万5000元照列。
第155项人员局109000元照列。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第七项进一步原列53亿9537万6000元，除第一目营业基金盈余缴库29亿6242万2000元及第二目非营业特种基金剩余缴库2718万6000元暂照列，是所属营业基金及非营业特种基金审议确定暂行调整外，其余照列。第七款其他收入，第143项经济部原列3亿5851万2000元，增列第一目杂项收入第一节收回以前年度税出100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3亿6851万2000元。第144项工业局2亿2152万5000元照列。第145项国际贸易局及所属22000元照列。第146项标准检验局及所属783万9000元照列。第147项智慧财产局59万2000元照列。第148项水利署及所属8743万6000元照列。第149项中小企业处198000元照列。第150项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及所属无列数。第151项中央地质调查所103万9000元照列。第152项人员局106000元照列。二、税出部分。第13款经济部主管第一项，经济部原列200亿6988万8000元，减列大陆地区旅费32万2000元。第一目投资事业股权移转3318万8000元。第五目矿业及土石科技发展49万7000元。第七目一般行政500万元，科目均自行调整，共计减列3900万7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200亿3088万1000元。本项通过决议48项，内容敬请委员参阅。第二项，工业局原列92亿2050万8000元，减列第一目工业技术升级辅导向下发展新兴与高科技产业一般事务费之政策宣导经费4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92亿2010万8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8项，内容敬请委员参阅。第三项，国际贸易局及所属原列23亿8996万1000元，减列第一目一般行政100万元，第二目国际贸易1000万元，科目均自行调整，共计减列110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23亿7896万1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3项，内容敬请委员参阅。第四项，标准检验局及所属原列21亿6776万6000元，减列第二目建立及维护国家标准200万元，第三目一般行政100万元，科目均自行调整，共计减列30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21亿6476万6000元。本项通过决议6项，内容敬请委员参阅。第五项，智慧财产局原列15亿3468万元，减列1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5亿3318万元。本项通过决议2项，内容敬请委员参阅。第六项，水利署及所属原列145亿3541万2000元，减列第一目水资源科技发展88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45亿3453万2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8项，内容敬请委员参阅。第七项，中小企业处原列42亿4391万8000元，减列第三目中小企业发展向下大陆地区旅费1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42亿4381万8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2项，内容敬请委员参阅。第八项，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及所属5亿6548万80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5项，内容敬请委员参阅。第九项，中央地质调查所4亿3472万50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4项，内容敬请委员参阅。第十项，人员局3亿6126万10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8项，通过内容敬请委员参阅。三、有关正式别税处预算随同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通过临时提案17案，内容敬请委员参阅。散会议事录宣读完毕。好，谢谢。
我们现在因为在场委员人数的问题，我们先议事论，等一下再处理。现在进行讨论事项，请宣读。宣读讨论事项：105年11月14日星期一，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行政院税入预算关于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剩余缴库部分及国家发展委员会及所属单位预算部分处理。宣读完毕。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审查哈，我们审查的程序如下。关于国家发展基金会，国家发展委员会它的税入部分哈，106年度的税入部分，依款别以项为单位，税出的部分，依机关别以目为单位依序审查，和非营业基金相关的科目暂照列。等另定期审查后再进行调整哈。那么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审查项目与委员所提的修正动议。我们等宣读完毕后再进行协商。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行政院税入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第一项二目非营业特种基金剩余缴库无列数。106年度国家发展委员会及所属税入二款赔罚款及赔偿收入国家发展委员会无列数档案管理局10万元，三款规费收入档案管理局236000元，是财产收入国家发展委员会25万元，档案管理局2万元，七款其他收入国家发展委员会228000元，档案管理局54000元。106年度国家发展委员会税出七项一目一般行政编列6亿9535万3000元，二目规划及推动国家发展计划综合业务2167万3000元，三研拟经济政策协调推动财政措施编列1916万9000元，四促进社会发展及计划审议协调1956万9000元，五促进产业发展8173万3000元，六促进人力资源发展完善老年经济安全制度1758万6000元，七健全国土规划及经营管理1亿3360万8000元，八管制考核1078万9000元，九健全资讯管理提升应用效率2亿1011万1000元，十深化推动政府资通讯应用建设3亿2870万元，十一推动法规松绑与革新，强化经贸竞争力620万9000元，十二非营业特种基金12亿1220万元，十三一般建筑及设备180万元，十四第一备金90万元。106年度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税出八项一目一般行政1亿5647万8000元，二档案管理综合企划与管考197万3000元，三档案征集作业67万6000元，四档案典藏维护187万7000元，五档案应用服务146万3000元，六档案资讯作业142万9000元，七文书档案数位变革计划1亿80万元，八国化深化国家记忆第一期计划3600万4000元，九文书档案咨询网络合一计划无列数，十一般建筑及设备125万2000元，十一第一备金77000元。宣读委员提案，第一案财产，106年度国家发展委员会预算提案哈，税入部分第一案财产孳息租金收入增加600万元，张立善等提案180案，租金收入增列为50万元，廖国栋委员等提案。第二案业务费水电费减列1/5，管碧玲委员等提案。第三案业务费临时人员酬金减列150万，高志鹏等委员提案。第四案业务费一般事务费减列700万元，高志鹏委员提案。第五案委办费减列20%，王惠美等委员提案。第六案委办费减列4230万9000元，张立善委员等提案。第七案委办费减列30%，张立善委员等提案。第八案委办费减列10%，徐佑明委员等提案。第九案委办费冻结1/2，管碧玲委员等提案。第十案国内旅费减列50%，张立善委员等提案。第十一案国外旅费减为50%，张立善委员等提案。第十二案国外旅费减列250万，管碧玲委员等提案。第十三案
国外旅费减列200万元廖国栋等委员等提案；第十四案国外旅费减列20%徐用明文等提案；第十五案国外旅费减列150万元高志鹏文等提案；第十六案国外旅费冻结30%孔文吉委员等提案；第十七案奖补助减列20%并冻结20%徐用明文等提案；第十八案奖补助减列2729000元张元善文等提案；第十九案奖补助费减列30%苏振清文等提案；第二十案奖补助费冻结30%孔文吉文等提案；第二十一案奖补助费冻结30%王惠美文等提案；第二十二案奖补助费冻结30%张立善文等提案；第二十三案派员出国计划冻结1/4管碧玲文等提案；第二十四案一般行政减列50万元苏振清委员等提案；第二十五案一般行政向下规划及推动国家发展综合计划业务减列1000万元及一般行政工作维持费减列1000万元规划及推动国家业务发展综合计划减列500万元张元善委员等提案；第二十六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业务费冻结1/10邱颖文等提案；一幕教育训练费减列50万元邱志伟等提案；第二十八案一幕通讯费减列1/10黄伟哲文等提案；荧幕下其他业务租金减列10%黄伟哲文等提案；第三十案荧幕临时人员酬金全数删除廖国栋文等提案；第三十一一般荧幕之下国内组织会费参加红十字会一年会费全数删除邱颖文等提案；第三十二案荧幕以下物品减列139000元黄伟哲文等提案；第三十三案荧幕之下一般事务费减列599900元黄伟哲等委员提案；第三十四案荧幕之下设施及机械设备养护费减列20%黄伟哲文等提案；第三十五案荧幕之下设施及机械设备养护费减列463000元高志鹏文等提案；第三十六案荧幕以下业务费国外旅费减列20%王惠美文等提案；第三十七案荧幕下国外旅费减冻结30%邱志伟等提案；第三十八案荧幕下设备及投资减列70万高志鹏文等提案；第三十九案荧幕下设运输设备费全数删除徐用明文等提案；第四十案荧幕下运输设备费减列69万元廖国栋文等提案；第四十一案荧幕下运输设备费减列69万元邱志伟等提案；第四十二案荧幕下运输设备费减列20%黄伟哲文等提案；第四十三案荧幕下杂项设备费减列20%黄伟哲文等提案；第四十四案荧幕下退休退职人员三节慰问金全数删除徐用明文等提案；第四十五案二幕下规划及推动国家业务发展综合计划减列30%张立善文等提案；四十六案二目规划及推动国家业务发展综合计划减列100万元苏振清文等提案；第四十七案规划及推动国家发展业务综合计划冻结30%邱志伟文等提案；第四十八案二目下委办费减列10%邱志伟等提案；二目下发展规划推动国家发展计划减列30万元张立善文等提案；第五十案二目下规划推动国家发展计划冻结20%王惠美文等提案；第五十一案二目下业务费委办费减列50%黄伟哲文等提案；第五十二案二目下业务费其他租金减列10%黄伟哲文等提案；第五十三案二目下业务费委办费减列300万余全数冻结张立善文等提案；第五十四案二目下业务费委办费减列20%黄伟哲委员等三人；182案二目下业务费委办费冻结1/4廖国栋委员等提案；第55案二目下办理国家发展重要议题研究冻结25%王惠美委员等提案；56案二目下编制国家发展经设资料下按计计酬酬金费减列80000元黄伟哲委员等提案；第57案二目下业务费资讯出版费减列86000元黄伟哲文等提案；第五十八案二目下管理图书资讯及出版品业务费物品减列5%黄伟哲文等提案；59案二目下推动国际合作及交流相关业务国外旅费冻结50%邱志文等提案；第六十案第十研拟经济政策协调推动财经措施减列30%张立善委员等提案；第61案研拟经济政策协调推动财经措施减列200万元徐用明委员等提案；第62案研拟经济政策协调财经措施减列100万苏振清委员等提案；第63案研拟经济政策协调财经措施冻结200万高志鹏委员等提案；第64案三目下委办费减列10%邱志伟等提案；60万三目下经济景气情势分析减列300万元张立善委员等提案；第66案三目下经济景气情势分析
冻结30%口蚊剂蚊等提案第67案，三木下经济景气情势分析冻结25%王惠美等问题案第68案，三木下经济景气警示分析冻结10%徐永明问题案第69案，三木下业务费资讯服务费减列10%黄伟哲委员的提案70案，三木下业务费其他租金减列20%黄伟哲委员的提案第71案，三木下业务费委办费冻结1/3财委会委员的提案第72案，三木下业务费物品减列20%黄伟哲委员等提案第73案，三木下业务费一般事务费减列10%黄伟哲委员的提案第74案，三木下财经新策略规划研究减列300万元张立善委员的提案第75案，三木下财经策略规划研究项下的委办费减列20%黄伟哲委员等提案第76案，三木下财经新政策规划研究下委办费冻结1/4廖国栋委员的提案第77案，促进社会发展及计划审议协调减列30%张立善委员的提案第78案，促进社会发展及计划协议协调减列200万徐永明委员的提案第79案，促进社会发展及计划审议协调减列50万元苏瑞庆委员的提案第80案，促进社会发展及计划审议协调冻结1/3蔡培委的提案第81案，促进社会发展及计划审议协调下委办费减列10%邱志伟的提案第82案，促进社会发展及计划协议下的社会发展政策研究与规划冻结1/4蔡培委的提案83案，四目社会发展政策研究与规划冻结1/6廖国栋委的提案第84案，四目社会发展政策研究与规划下国外旅费冻结50%邱志伟等提案第85案，四目下政府服务及营造国际环境减列1848000元高雄委员等提案第86案，四目政府服务与及营造国际环境冻结1/4蔡培委员等提案第87案，四目政府服务及营造国际环境下委办费减列30%黄伟哲委员等提案第88案，四目政府服务及营造国际环境下一般事务费减列10%黄伟哲委员的提案第89案，促进产业发展减列30%张立善委员的提案第90案，促进产业发展冻结300万元高志鹏委员的提案第91案，促进产业发展下委办费冻结20%邱志伟的提案第90案，五目下促进产业创新价值冻结1/3蔡培委员等提案第93案，五目下强化国际创新创业连结全数删除邱永明等提案第94案，五目下强化国际创新创业连结减列1000万元张立善委员等提案第95案，五目下强化国际创新创业连结减列15%王惠美等委员提案第96案，五目下强化国际创新创业连结减列100万元苏立庆委员等提案第97案，五目下强化国际创新创业连结冻结1/6廖国栋委员等提案第98案，五目下强化国际创新创业连结冻结30%张立善委员等提案第99案，五目下强化国际创新创业连结冻结20%徐永明委员等提案第100案，五目下推动创业生态环境发展减列500万元张立善委员等提案第101案，五目下推动创业生态环境发展减列500万元于全数冻结张立善委员等提案102案，五目下推动创业生态环境发展减列100万元苏瑞庆委员等提案103案，五目下推动创新生态环境发展冻结1/3蔡培委员等提案第104案，五目下推动创业生态环境发展冻结25%王惠美委员的提案第105案，五目下推动创业生态环境发展冻结20%徐永明委员的提案第106案，促进人力资源发展完善老年经济安全制度减列30%张立善委员等提案第107案，促进人力资源发展完善老年经济安全制度减列100万元苏瑞庆委员的提案第108案，促进人力经济发展完善老年经济安全制度冻结1/2苏志芬委员等提案109案，促进人力资源发展完善老年经济安全制度冻结1/3蔡培委员的提案110案，促进人力发展资源完善老人经济制度冻结1/4管碧玲委员等提案第111案，促进人力资源发展完善老年经济安全制度冻结300万元高志鹏委员等提案112案，六目下严审
及推动人力资源规划运用培训局完善老年经济安全政策制度减100万元张立善委员的提案第113案六目下严审及推动人力资源规划运用培训局完善老年经济安全制度政策减列96万元张立善委员的提案114案六目下严审及推动人力资源规划运用培训局完善老年经济安全制度政策冻结30%恐婚机委员的提案第115案促进人力资源发展完善老年经济安全制度冻结1/4王惠美文的提案116案六目下严审及推动人力资源规划运用培训局完善老年经济安全制度政策冻结1/6廖国栋文的提案第117案六目下严审及推动人力资源规划运用培训局完善老年经济安全制度政策冻结10%徐永明文的提案118案六目下严审及推动人力资源规划运用培训局完善老年经济安全制度政策下物品减列20%黄伟哲委员的提案第119案六目下一般事务费减列20%黄伟哲委员的三案提案120案六目下国外旅费冻结1/4邱志伟等提案121健全国土规划及经营管理减列30%张立善委员等提案122健全国土规划及经营管理冻结1/4管碧丽委员等提案123七目下国土离区域离岛与城乡发展计划及政策之严审及协调推动冻结1/2徐永明委员等提案第124案七目下国土区域离岛及城乡发展计划及政策之严审及协调推动下物品减列20%黄伟哲文的提案125万七目下国土区域离岛与城乡发展计划及政策之严审及协调事务下一般事务费减列5%黄伟哲文的提案第162案七目永续发展之协调推动冻结1/6廖国栋文的提案第127案七目下办理公共建设计划之审严审减列4000万元张立善委员等提案第128案七目下办理公共建设计划之严审减列4000万元张立善委员等提案第129案七目下办理公共建设计划之严审减列3000万元张立善委员等提案第130案七目下办理公共建设计划之严审减列3000万元张立善委员的提案第131案七目下办理公共建设计划之严审减列10%王惠美委员的提案130案七目下办理公共建设计划之严审减列200万元苏念庆委员的提案133案七目下办理公共建设计划之严审冻结40%徐永明委员的提案第134案七目下办理公共建设计划之严审冻结30%恐婚机委员的提案第135案七目下办理公共建设计划之严审冻结1/6廖国栋委员的提案第136案七目下办理公共建设计划之严审委办费全数冻结蔡培慧委员的提案第137案办理公共建设计划之严审管制考核及施政计划管制两项各冻结30%恐婚机委员等提案第138案管制考核金额改列为7553000元张立善委员等提案139案管制考核减列100万元苏念庆委员等提案140案管制考核项下重要专案追踪业务费资讯服务费减列20%黄伟哲委员等提案141案八目下施政计划管制计划减列50张立善委员等提案140案八目下施政计划管制计划下业务费委办费减列20%黄伟哲委员等提案143案八目下施政计划管制计划冻结30%王惠美委员的提案第140案八目下地方治理下业务费资讯服务费减列15%黄伟哲委员的提案145案健全资讯管理提升应用效率改列为14708000元张立善委员的提案146案健全资讯管理提升应用效率统筹规划及审议管制考核资讯应用计划下业务费国外旅费冻结50%邱志伟等提案147案九目下装备及投资资讯软硬体设备费减列199万黄伟哲委员等提案第148案深化推动政府资通讯应用建设减列30%张立善委员等提案第149案深化推动政府资通讯应用建设减列3%苏正清委员等提案第150案
深化推动政府资通讯应用建设冻结30%恐怖机文等提案152案，深化推动政府资通讯应用建设冻结1/4管密领文等提案153案。第十目下7项新增计划减列5320万张立孝文等提案154案。十目下7项新增计划减列500万元并冻结1/5管密领文等提案第155万。十目下电子化政府云端基础建设计划减列250万并冻结10%邱义文等提案第156万。十目下电子化政府云端基础建设计划冻结25%王惠美文等提案第157案。十目下电子化政府云端基础建设计划冻结1/5廖国栋委员等提案第158案。十目下数位政府服务整合推动计划减列10%王惠美委员等提案第159案。十目下数位政府服务整合推动计划减列1000万元张立孝委员等提案第160案。十目下国家发展绩效管理资讯创新整合计划减列10%王惠美委员等提案161案。十目下资料开放与民间协作推动计划减列10%王惠美委员提案第160案。十目下资料开放与民间协作推动计划冻结1/5廖国栋委员提案163案。十目下主动服务与网络参与精进计划减列10%王惠美委提案164案。十目下我的智慧生活推动计划减列10%王惠美委提案165案。十目下我的智慧生活推动计划冻结1/5王廖国栋委员等提案166案。推动法规松绑与革新，强化经贸竞争力，改列为434万7000元。张立孝委员等提案167案。十一目下协调商会建言，业务费下国外旅费冻结50%。邱志委员等提案168案。一般建筑及设备下营建工程减列80%。高志鹏委员等提案主决议169案。要求国发会针对改善我国产业环境提出完整配套与积极策略，张立孝委员等提案170案。要求国发会针对最新情势提出对于我国 TPP、RCEP 及中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之态度、加入之可行性评估，主张完整配套措施以如何应对我国出口贸易就业率之冲击，张立孝委员等提案171案。要求国发会应会同农委会针对我国洽谈各国双边贸易自由协定时，应该绝对保留、绝对守护的农业项目，择定绝不能退让的农业剩余，张立孝委员等提案172案。要求国发会盘点我国与东协十国及南亚国家之经济与贸易关系，提出改善我国对东协与南亚国家之投资处境之延续与可行方案，张立孝委员等提案第173案。要求国发会针对5+2创新产业加重就业率之考核评比指标比重，以有效控管各计划之实质成效，张立孝委员等提案第173案。要求国发会提出政府保护台湾在东南亚与东亚投资之完整政策方针与配套措施，张立孝委员等提案第175案。提案要求国发会协同原民会、教育部、文化部、交通部等机关，于1个月内研拟评估于台东县境内设置的南岛文化园区之可行性评估报告。廖国栋委员等4人176万。要求国发会会同相关部会于3个月内就提高国内青壮高学历就业率研拟相关计划送本月经济委员会。廖国栋委员等提案第177案。要求国发会同行政院农委会于3个月内拟定花东地区离山倡议生态农法推广发展园区相关评估计划送本委员会。廖国栋委员等人第178案。为拉近原住民族与一般民众的薪资，原要求国发会同经济部、原民会、劳动部等机关，并就提高原住民族平均薪资、强化原住民族劳工专业职能研拟相关计划，于3个月内送本院经济委员会。廖国栋委员等提案第170案。要求国发会会同交通部、观光局就促进台东地区观光，于3个月内评估规划台东地区游憩及观光地区增设 iTaiwan 无线网热点计划，送本院经济委员会。廖国栋委员等提案181案。为缩短原住民区数位落差，原要求国发会会同原民会、NCC 等机关于3个月内拟定缩短原住民地区数位落差政策，送本院经济委员会。廖国栋委员等提案183案。行政院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国立故宫博物馆、中央学委员会的各机关，并未积极公开
政府资讯，不利建立民间协调改善政府治理模式，运用资料辅助施政及创新经济能量，使我国成为国际开放标杆，原要求国发委三个月的检讨具体改善报告送经济委员会，六国的委员提案第184案，国土资讯系统针对原住民族相关统计资料长期以来偏重于社会经济方面统计数据，就原住民族土地传统领域生物多样性等相关资讯极为缺乏，致使各部会在订定相关政策时屡屡抵触到原住民族基本法相关规定。为保存原住民族生物多样性与维护原住民族土地权益，国发委应要求 NGIS 各分主管机关将原住民族土地及生物多样性相关系统汇入，使得政府在订定相关政策时能兼顾原住民族土地及传统资源利用的权益。六国动委员提案第185案，为有效提升我国经济成长及潜能及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原要求国发委三个月内研拟促国内投资环境相关计划，送本月经济委员会、调国动委员等提案。第186案，政府网站营运绩效检核计划缺乏民众使之评分机制，再者电子化，政府应积极强化整合各机关 APP 之功能，并兼顾美观与便利性，原因提案要求国发会于两个月内拟定相关办法，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邱颖文等提案第187案，提案要求国发会尽速针对国内新住民及新住民二代的跨文化优势，提出我政府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之用才计划。邱颖文等提案第188案，提案要求国发会一个月内重新检讨调整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之注册的办法。邱颖文等提案第189案，提案要求国发会尽速与辅导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转型成为地方政府议题会去为题，至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专案报告。邱颖文等提案第190案，请国发会加强检讨中南部经济规划与投资比例，向本院经济委员提出专案报告。提案，苏振兴委员等提案第191案，请国发会审慎规划国家发展计划106-109，并落实检讨相关绩效指标之评估方式与实际效益，向本院经济委员提出专案报告。苏振兴委员等提案192案，国发会应强化有关中小企业发展之情势分析与财政措施妥适性，于两个月内向本院经济委员提出专案报告。苏立新委员等提案193案，国发会应确实考量国家长远之建设发展，避免经常性采用欠缺实质效益之短期政策或一次性措施，以维持经济及社会有序发展。苏立新委员等提案第194案，请国发会确实检讨现行公共政策计划评估绩效，并拟定后续年度运用情形，最终管考机制，于两个月内向本院经济委提出专案报告。苏立新委员提案第195案，以落实政府之新南向政策，请国发会于一个月内依据产业创新条例第30条第1项第5款向行政院提出专案，由国发基金挹注海外信用保险基金至少20亿元。邱志伟等提案第169案，电子化政府服务196案，电子化政府服务平台其推广情形欠佳，且为民服务品质与民众期待有落差，原始要求国发会对此严厉政策，避免虚耗预算。高志伟等提案第197案，我国失业率与邻近国家相比仍属偏高，尤其是青壮年高龄学历则是失业问题较为严重，请国发会提出充盘人力资源发展措施之妥适性，适时检讨调整。高志伟等提案第198案，要求国发会针对高额奖补助费提出详尽说明，于三个月内提交书面至经济委员会。高志伟等提案第199案，要求国发会增加加强投资环境改善，将资金留在台湾。高志鹏等提案第200案，提案要求国发会有效提升我国经济成长潜能及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应以审慎规划引领国家发展计划106-109，并应持续检讨及积极推动相关财经措施。高志鹏等提案第201案，国发会应积极协调各部会政策推动，针对重大政策之跨部会业务协调，提出具体措施及方案，以利各部会之间相互政策协调之推动与执行。要求国发会三个月内提出专案报告，送本院经济委员会。蔡培委员等提案第202案，国发会应参考如欧盟、德日等先进国家之乡村空间政策及国土规划策略，提出乡村空间政策规划纲要，使国土规划得以日行完备。蔡培委员等提案第203案。要求国发会重新检讨之国家发展计划106-109，以达到有效提升我国经济成长潜能及改善国内投资环境目标。陈明文等提案204案，提案要求国发会针对亚洲矽谷推动方案拟妥各年度执行进度与绩效指标，以循序达至预计效益。陈明文等提案第205案，
国发会一再变更 TSS 选址，不仅虚掷公帑，且影响 TSS 运作及创新事业的推动。联提案要求国发会重新检讨创业拔萃方案，避免此类情形再度发生。陈明勇等提案第202要求国发会重新检讨国家建设综合评估中程规划，并提出检讨及报告送交立法经委会。陈明勇等提案207案。要求国发会同班检讨各项人力资源发展措施妥适性，并提出书面报告送交立法经理委员陈明远等提案第208案。要求国发会重新拟定积极合理目标，并适时检讨修正以确实达成第五阶段电子化政府计划之预期效益，陈明远等提案第209案。提案要求国发会未来提出之消费振兴措施，应以国家长远之建设发展进行规划，避免一次性措施，以维持经济及社会永续发展。陈明文委员等提案第210案，国发会负责公共建设内管管制考计划之考核。提案要求国发会重新检讨相关的管理考核机制，以利建设进度之掌控。陈明文委员等提案第211案。公共建设计划绩效评估其偏重预算执行及进度控管。办理实地查证数量偏低，其经订定计划再评估及退场机制是无法适时修正或停办不具效益之计划，计划届期以后又为后续年度运用情形加以追踪考核，故未能及时发现闲置或低度利用设施加以改善。提案要求国会重新检讨该计划以利产业发展。陈明文等提案第212案。公共建设计划内容及预算对国家发展及人民福祉影响幅度影响原因，提案要求国发会揭露106年度预算按各机关提报计划需要各审议机关删减情形及优先顺序排位次类别及地区类别计预算分配审议意见及各及行政院审议结果，促进民主参与。陈明文等提案第213案，要求国发会充分揭露106年度预算补助费编列情形，并检讨近几年编执行率偏低之问题。陈明文等提案第214案，提案要求国发会确实检讨委办计划之合理性及必要性，涉及国发会主要执掌范围之事项不得委外办理。陈明文等提案第215案，国发会管考县市基本措施执行标案进度，截至105年6月止，共标案共3180件，仅有513件完工，完工率为 16.13%。 除了持续请县市政府单位考核强化自主管理，未有其他积极作为以督促县市政府有效执行补助计划。要求国发会采取积极作为，并提出具体方案送交立法经济委员会。邱应文等提案216万，提案要求国发会检视国家中长计划，有效提升我国投资环境，并会同财政部会同研商研理方案，以引导外资及我国资金投资我国制造业，创造有利良性循环的投资环境。管碧玲委员等提案第217案，提案要求国发会针对亚洲矽谷推动方案一年计划提出摘要报告，针对其程较长之计划提出具体做法及各年度执行进度及明确绩效指标，送交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管碧玲委员提案218案，请国发会就部分金额重大执行情形偏佳及重大工程公司进行列管，并就分部分由院管制计划所公布资讯数据进行统一加强改善。管碧玲委员提案，国家发展委会向下的档案管理局税处部分219案，一般行政减列300万元，邱志伟等提案220案，一般行政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减列506万7000元，廖国栋委员提案221案，基本行政费业务费冻结30%，王惠美委员提案222案。档案管理综合企划与管理下，档案管理评鉴作业业务费一般事务费减列20%，黄伟哲委员提案第223案，档案典藏维护档案复制储存作业冻结100万元，高志鹏委员提案224案，档案应用服务下国家档案开放应用冻结191000元，廖国栋委员提案第225案，档案咨询作业下办公室自动化作业减列10%，王惠美等提案226万，文书档案数位变革计划减列10%，王惠美等提案227万，文书档案数位变革计划减列458000元，廖国栋委员提案第228案，文书档案数位变革计划减列450万，高志鹏委员提案229案，文书档案数位变革计划减列300万元，苏建庆委员提案230案，文书档案数位变革计划减列208万，张立昌委员提案231案，文书档案数位变革计划全数冻结，管碧玲委员提案232案，文书档案数位变革计划冻结30%，孔文基委员提案233案，文书档案数位变革计划下的
劳务承揽费用检定事458000元管命令文的提案第234案文书档案数位变革计划下文档管理流程改造工程下的资讯软硬体设备费减列20%黄伟哲文等提案235万深化国家记忆体第一期下办理强化民国38年以前国家档案征集编整保存及研究加值事业费的一般事务费减列128万元黄伟哲文等提案主决议236万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106度税出预算深化国家记忆第一期计划计编105年度后续编列3600万4000元该计划用于非典型人力数量及金额均偏多应再行审慎评估业务增减情形及现有人力配置请国发会档案管理局检讨委托委办计划之必要性并名列计划内容摘要及各计划总经费于一个月内向经理委提出专案报告邱志伟等提案第237案档案管理局106度新增跨年度计划之文书档案数位变革计划无法馈之各年度办理经费情形及分配情形与上年度文书档案资讯管理之计划相较非典型人力工作内容相同却增加禁用人一人显见合理提案要求国发会审慎业务评估及人力配置秉持尊爵原则辅实之预算编列陈明文等提案第238案为提升国家发展为民服务效能及档案运用效益要求国发会强化行政效率并提高国家档案资讯推广运用陈明文委员等提案宣读完毕好我们宣读完毕我们休息5分钟开始马上进行协商好
们现在开始开会哈。那我们刚刚议事录已经经过宣读，请问各位委员对于议事录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议事录通过哈。那接下来看我们进行协商，因为国发会陈主委去 APEC 参加部长会议哈，我们三位副主委通通到场了哈。那我们请三位副主委来宽坐，我们开始进行协商。今天轮值的邱莹是不是？两个啊，我都不是。你看，你看，我是鸡婆呢。哦，你好心啦，不是鸡婆啦。好心不给雷金哦，没啦。来，我们开始进行审议哈。这个，请问对于税入的部分，第一案跟第180案都同样一个款吗？款次哈。那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来，彭委员，那个税入的部分哈，你们那个国发会松江大楼那个，这个租金的部分呢、啊，你可不可以提高，然后把我们这个税入呢，增加600万元呢、啊，哦，然后改列为622万元。彭委员，第一案而已呢，我们200多案呢，哎呀，税入只有几个案？对，我知道啊。对啊。来，国发会赶快说，赶快回答。我税入都要提嘛，那可不可以嘛，增加一下嘛？因为这现在我们现在租金那个租金标准有没有计算，有没有个计算公式啊？因为我们现在松江大楼已经是我们自己这个、那个、自用的，对，自用还有不当当产在用，已经没有在收租金了。没有在收租金，已经没有在收了。对对对，是不当。你要问一下跟委员讲了哈。是不？等下那个是什么不当党产？你说国发这个你们国发会的松江大楼不当党产委员会，我们法协中心有在自己用了，然后不当党产他也用了20层，所以已经不收资金了。对。一二楼。对。一二楼这个租金没办法那个吗？对对对。啊、请问你们有没有闲置的楼层？现在闲置楼层也是我们自己自用。自用。对，我们都自用。OK， 你现在都没有收租金啊？对对对对，没有收。没有对外营业啊？对对对，没有没有，我们政府机关在用的。请问国民党团这样可以吗？等一下，那个主席，那个我现在是问他说，那个国发会财产支息这个可不可以增加一点？你们是租金是只有编，收入22万元？对对对对。你们都没有租金？没有。106的预算，106租金。来，国发会请说明。106租金收入的部分是那个南栋联合办公大楼北栋啊，我们还有办公室在这个地方。那停车场的部分所收的租金，你们只有停车场的租金啊？就是在这里的租金是。请他们检讨一下好不好？这个你们这个要。这个是不是主席？是不是这样哈？不能说没有租金呐、啊，哦，即使被列为什么不当党产，你还是要收租金嘛？就政府机关还是有无偿拨用，也无偿租用，对对对，是无偿拨用，无偿使用嘛？对，现在、你那个可以符合预算编制嘛？你那个收入总是要编一点呐、啊，你不能只有22万元。你的立法院跟是跟那个用主决议去检讨好不好？哦，明年度这样可不可以叫他们要检讨一下？譬如说不当党产今年没编，所以你们就没租金，但是明年的话就检讨要求他们编，你们就会有租金，类似这样好不好？你这样吧、加个50万嘛，好不好？加个50万，然后这个用那个你们现在有没有闲置楼层啦？没有，现在就是说我们自己在用的，还有这个对了，他们对于使用空间重新检讨，好吧，我们做一个主决议。对于国发会对于使用空间作为重新检讨，如果有闲置的空间，看要交给国产局啊、来租用或者来充分利用来活化使用，好不好？这样好不好？对，不是，还是要主决议嘛，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写啦，哈，一起来写。谢谢，好，那180案也是同样的哈，好，那。税出部分我们开始进行，那就是税入的部分，第一案180案都照列了哈，那不予修正。那税出的部分从第几幕啊？第几幕在哪里？好，二到二十三案都是同样
都是通案，我们先不处理哈啊，等一下回头如果说没有其他部分没有删减的话，再回头处理通案哈。那我们第二十四案开始，我们从第一幕开始。二十四案一般行政，请问各位委员什么意见？来，请各位委员表示意见。二十四案到四十四案，一般行政向下的各个条目，来各个目，各同一目了哈。第一目的部分，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那个第一目哈，第一目的话，它是国发会在前一个年度它的结算未执行率是5.19%了。这应该有检讨的空间嘛？来，国发会请回答，国发会会计长吗？还是主计长？主席主任，来，是国发会这个部分，请各位委员能够支持一下哈，因为他们是这个机关，他们是我们是在那个103年度组改成立的哈，所以我们在编105年度预算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是在没有什么比较没有什么基础，那后来在编106年度，就是现在各位看到的预算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有104年度决算的基础，所以发现有一些项目是明显的不足，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它补足，我们只是微幅调整，所以还是请各位委员能够给我们支持，谢谢。就是你要孔委员讲说是说你们总决算有5%的剩余嘛，没有把它用光光，这到底是勤俭的美德还是执行效率不彰？那个部分最主要是人事费的剩余，老师是人事费了。哎，孔委员是人事费，他没有禁用，没有全用，没有就是5.19%都是人事费吧？对对，因为我们的那个人员禁用，中间有一段时间可能空缺会要2到3个月。譬如说有人离职了，空缺几个月，他的薪水就没有发。或者是报考试分发，我们没有用约聘雇人员，这样可以吗？谢谢。好，那我们就照列喽。好。那45案，对不起，第二十四案到四十四案，请问各位人，请表示意见。请表示意见。24到44有没有意见哈？行政。24案，你刚才讲是22。24到44是同一个目的，都是行政费用啊。刚刚已经解释过，行政费用的剩余是因为人事费的问题，都没有其他的事务费的问题。这个都是第一目哈。对对对。那我们就照案通过哈。那个请国外理赔编多少？那个是在第几案看一下吧。是不是跟主席建议一下？因为国外旅费的部分，他在各个业务处他都有，是不是？我们到那个部分再对对。那个等一下回去前面保留那里，23案有出国。对对对。红十字会的那个会费，那个是一定要编列吗？900多万的这个理会，国外理会都分配在各散分散去的，对，没错了。问一下啊，那44案我这边是关于那个退休退职人员三节慰问金啊。这个部分是不是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通案来做处理，因为整个中央部会的话，在106年度的1月1号开始，我们是用新的规定来做处理，所以还是有一些需要负担。以上，谢谢。这个部分我们通案处理，包括各个部门，包括你们到时候档案局的三节慰问金，我们通案来做处理。好，那我们国外旅费跟那个什么三节慰问金，这个可能都是要通案的。通案处理，对。所以我们22、24到44案，我们照案通过哈，就是照原列数哈。那但是刚刚邱莹委员讲的那个红十字会的部分，你们要不要做一个回答？31案，所以红十字会第7000块钱就全案就通过了。好，我们24案到44案哈，其他部分除了第31案的邱莹委员提案的这个红十字会的部分哈，全数删减以外，询问一下哈，那你们现在还有派人去参加吗？你们以前是法定的吗？可是你们现在红十字会把删掉以后，你们还有派人参加吗？应该没有了。不是董监事吗？那你们也不能放手啊！你们也不能这样就放手啊！在里面哦，还是要为国家好好在那一块里面付出努力嘛！哈，你们派员参加，然后派员在里面该负的责任还是要负，好不好？哦，好。啊？那叫会会，主席会，因为以前部会好像是被规定要去参加了，那有理监事的也有会员的了，哦，啊，你现在如果法删掉，你如果这样子，因为他
因为他现在也是变成那个人民团体了，好，我没有意见。然后在国际上，对，在国际上将来非编列不可的预算还是怎么样，你们说明一下就好了。因为不参加就没有声音了。没有三一就不会发文一下了。不是，现在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将来在国际接轨的时候会是哪一个团体出现不知道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还是维持说它有它的历史，会不会将来国际接轨还是在这里，它变成民间团体没有错，但是它仍然承接这一个连结嘛。好，所以我觉得先不要删好不好？好，好，那么到时候协商的时候通案处理了，好不好？好，征得各位委员同意哈。来，征得各位委员同意，我们24案到44案就照原列数通过哈。好，先照列哈。那我们从45案到59案是第二幕的部分，含182案哈。那我们是第二幕的部分。好，25案。嘿，那刚刚已经过了，刚已经过了。好，我们45案到59案含182案，请各位委员表示意见。为什么？好几个单位都有，对啊，为什么是多啊？那个你们委办费的部分是怎样？委办费有多少啊？来，快点，快点，快点！国发会总会参加吗？那个请教一下哈。那个第54案呢、啊，就是说你们那个硕博士人力大概有70%以上是硕博士，啊，那为什么这个委办费还那么高、啊？没有能力自己办业务吗？那个报告委员，事实上我们自己研究的部分哈、哦，已经从过去的70%，现在已经提到80%几了。所以是逐渐在增加我们自己的这个研究能量。你们跟过去比起来，委办费有降低吗？委办费的，其实报告委员，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国际外在的形势其实是越来越复杂。对。然后我们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多。那其实我们同仁，其实我们肩负行政任务以外，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研究能量，我们某个程度还是要借重。就是你们自办率的比率升高，但是因为总额升高，对，所以还是请委员支持我们的委办费，因为我们现在委办费是散建在各处市，是他的那个执掌的不同，有编不同的那个委办经费，所以请委员支持。好，请问一下各位委员，对于第二幕的部分。就是规划及推动国家发展计划综合业务，好、哦，这些、我是建议哈、嗯，建议卓山呐、啊，好，卓山从多少删多少，还是第二幕里面什么好？你是最后裁决了，你说好不是啦？我在问说好，那是要删多少？请他问他的意见，然后大家来处理那个。我在询问啊，请来，我先讲请委员长那个，我觉得综合规划业务哈，这个你们都没有，一个是委办多，第二个是你们找了这么多硕博士人力来这个也评估预测我们台湾的经济发展，可是我们的105年度比104年度还少啊，哦，等于是你们是最主要目的是要提振我们的经济效能嘛，但这个效能没有提振啊。那第一个要检讨就是你们这个处的业务了，好、啊，所以我是建议了哈，删减20%，删减20%，请国他说明一下，20%，请国发会。那中规处的部分哈，我想他主要因为委办哈有去参加那个基尔的研讨会啦，那个部分基本上我们公务人员是就是那个是一个委办的，不是一个研究。他去参加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等等的一些情况，那个也是在委办费里面，在中规处。参加会议怎么是委办啊？你在讲什么？每次评估台湾经济发展，你们国发会是跟各位委员要精准评估嘛，你不能。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我们在105年度的时候呢，中规处它的那个委办费是2500多万，然后在106年度呢，它的委办费已经是只有1200多万，嘿，所以是有减少的，减到一半。刚刚有减少，刚刚问你们有没有减少，你们说没减少。
我跟你讲啦，我们把那个秩序整理一下啦。第二幕是规划及推动国家发展综合业务，总共有2167万，其中的委办费是1200万，是不是这样子？是。那委办做什么？委办做什么业务？我们的委办主要有那个就是属于委托研究的部分，那个一百零六年就是说可能会要做那个亚太经济区域整合跟地缘经济发展的那个策略跟挑战的研究，然后还有一个是强化国际跟区域智库合作的研究，这个就是刚刚副主委提到的，我们跟那个德国的一个那个 GES， 就是全球经济论坛，跟他合作，就是说参加他办的一个那个研讨会。那个然后另外还有多媒体的委办的编制，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经济论衡，就是我们国发会的一个刊物经济论衡的委办，还有一个图书馆的那个典藏系统的。你讲的第一个案子叫可能会办，所以它不是一定要办的，不是可能会办，是要办。那你刚为什么讲可能会办？没有，没口误。对，抱歉，抱歉，这是我们预定要办的会办。嘿，请。国家吼，一个国家要带领经济发展的研究单位吼，才千多万，给恁处理代志。那都已经很难看了，我们是不是给他们用、其实国家国发会基本上 是整个行政院的一个头脑啦，那基本上它是要想出一些国家方针的啦，一个重要方案啦，所以像这种推动国家发展这个计划的一个总额业务、基本上今年度已经比上年度的预算已经减少了338万了、事实上这个预算已经在缩减了，所以今年度的预算真的不能再删了，好不好？好，那我们是不是第二幕的部分，第45案到第59案，含第182案以及第25案里面的第二幕的部分，我们都照这个原列数通过。好了，好了，好。请问第三幕的部分，从第60案到第76案的部分，请各位委员表示意见。年拟经济政策协调推动财经措施。那个，我的是在第66案，第66案，就是你们这个大多这个你们那个措施这个都是属于一次性的补助了，一次性补助没有办法刺激我们的国内消费啊，那所以这个是不是可以请他们？切实来执行提出这个期程检讨报告。好，我们先暂已冻结30%了，好吧？1/10了，好不好？那个莫委员主张这个冻结百分之三十，大家讨论一下。其实其实咱咧讲就是讲要安怎去推动咱台湾的这個经济吼，实际上到即阵为止看恁这疫情的变化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一个。促进方案、这是我们觉得比较担忧的啦，譬如讲，咱现在讲促进经济事实上，对、国内的内需市场的一个促进也是很重要。但是看起来目前好像经济部也好，国发会也好，目前已经都看不到这个促进方案。那很多人都在建议的哈，您两个副主委在这我只给您建议一下哈，三个对，好这哈对，三个您。你三个副主席拢是遮，我是咧建议安尼啦吼，就是讲目前现在大家咧讲吼，讲吼重大的建设吼，事实上咱台湾咱家己也有财政困难啦吼，但是咱希望就是讲看会当咱把咱的这个建设方案吼变成是再建化，吼，其实事实上我们的油资太多啊，现在咱唔去发行国债，或者是说。把每一个公共建设把它公司化，让更多的民间的老百姓来投资啊！我是觉得这个这个基本上有钱，唔知要投资啥物，啊，拢摕去外国咧投资。啊，咱若政府推动重大的建设，我相信讲这绝对有足侪人要投资，不管是企业、民间，用股票发行嘛，无要紧。啊，是讲咱开始发行咱的国债，那我们有更多的油资进来，我们的一个国家建设的行列里面。
对我们整个台湾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才是有帮助。但是看见到今天为止，我们一直都没有推动这个这些东西，这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台湾的油资能两二点七兆，遐尼啊侪钱，安尼是唔知要到位对去。哎，不，现在也不敢到房地产，也不敢到股市，哦啊，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投资方案，整个台湾的投资环境看起来也不是很友善，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投资哪到跑到这个国外去。现在说新南向又说是市场而已，也不敢去那里去做投资的动作。所以现在坦白讲，我们的国内的一些哈、哦，这个内需市场的一个触机哦，变成是我们现在国发会当前最重要的，应该去好好去思考的。所以这个是不是我讲到这里，三位看哪一位跟我做回应一下？我讲安尼，恁听无？有啊，感动啊！我足惊恁听无，来你甲回应者。所以今麦的国发会一直在设计工，怎么样把这个游资引导到真的投资的实体投资上？所以也有一些方案，扩大投资方案也好，或者是也提供一些民间的一些标的，比如说5+2的部分。虽然它有中长期，但是我们现在也设计说，怎么样？我们甚至也利用国发基金来跟他们做，分担他们的风险，因为你投资下一世代的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投资公共建设的部分。那今天，总统也宣布了，就是说在那个老屋的部分怎么样，再做重建的部分，那个持续来做。这个我讲的这个概念就是说。你们现在讲的是，比如说老旧住宅的更新，这个是另外一个方案。我讲的是重大的公共建设，哦，譬如假设说，譬如说，哦，这个，陶机的航厦，哦，现在不敷使用了，那我们还要再投资。那投资如果说我们没有钱，那客户不容缓，就是讲未使搁等啊，未使搁等，来，发行公债啊。哦，让人民来投资啊！那最起码你们就不会想说啊、哦，我今年要编多少，明年要编多少，我的钱没搞，我应该了，你就直接把它编下去啊！就直接把它募足油资进来，就直接重大的建设，我们就去做啦、啊！哦，任何一个重大建设想到就赶快，老百姓有钱嘛，对哦，啊你政府敢出来做，因都单敢保证，大家敢投资，那我是觉得这种方式是不是会比较快？哦，哎、欸，是等于在触及地方的一个触及内需市场。那个，所以要不要我们要做？我是觉得这个是应该很重要的啦，但是我一直觉得看不出来啊。如果有这些方案，就你们这个预算还不够啊，对不对？对啦，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哦、喔，是你们应该要讲。我公告下来，王立刚回应一下。我非常同意委员说的啦，哈，你讲一方面考虑到民间游资太多，那这样的钱怎么引进来我们做公共建设的投资啦，哈，就是做重大的公共建设。那这个时候一方面就是当然可是发行公债，那让他们都有投资管道，那我们又有那个钱来做建设，那这个建设可能又对于经济的发展有帮助，这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嘛。对，我想可以了解。我是建议这个事情你们科普总应该要赶快哦找重大的一些哦，就讲人家大陆去北京，现在搁在做什么？航厦做世界最大的，对不对？他们也是这样子发行公债啊。北京机场航厦第二期工程，对不对？我们现在情况，你起码讲，你咱桃园机场，咱啊大概飞机要回来，拢伫安尼空中那盘旋，好20分、30分，这数上的代志。但是可见我们已经不够了嘛？为什么不够？我们不做。不然，嘿，已经在规划，而且它已经核定了。我外意思就是在攻击了哈。假设，譬如讲，咱任何一条重大的一个基础建设，譬如讲高速公路，哦，还是讲有那吊桥，对不对？大桥，那有当时我们政府没有钱，可以找民间来做啊，油资啊，吸引油资、啊。我是建议国发会应该规划这些重大的一些好、哦、方案出来啦，好不好？那个。对各部位去执行嘛，这样子才这几年才有房有感受到啦，好不好？你们是您这拢头壳拢对下一任行政院长有想望了，来请孔委员。那个国发会以前那个在经建会的时候啊，那时候你们那个扩大振兴经济、扩大公共建设哈，还发什么消费券啊？那时候振兴我们台湾的经济嘛。那但是这一次呢，这个我们的经济政策没有一个比较宏伟的方案，啊，刚才那个陈委员是说什么什么指标性的哈重大建设工程，
我是认为啦，台湾这边我们这个很多沿乡地区的什么农路什么，你们要支持农委会嘛，哦，支持原民会，哦，这几个，他们有的部会还不好意思提出来耶，哦，那当然重大建设像机场啦、高速公路啊，这个也是，但是我们很多沿乡的那个什么行政大楼的改建，哦，那个都没有啊，现在很多四五十年的老房子，乡公所、镇公所，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城乡均衡的这个发展方案？还是要提出来了，要鼓励各部会要提出来，好像内政部的城乡均衡发展方案。所以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听到他们有什么具体的政策，所以我说我们这个哈是不是能够，不要删了，就冻结，然后请他们来做专案报告。好，那我们听到这个各位委员的讲法，那王委员提出具体的数字，冻结十分之一，在第三目的部分哈，那科目自行调整。请管委员说明。你是要以第三目全部动，还是选一案来动？因为第三目全部动很多哦。因为各个委员都有散件各个提案嘛，那你们要以哪一个提案？因为60案到76案，总共有16个案子，你要找哪一目来冻结十分之一？动一案就好，还是要全部整目？人家委员就是提66案而已啊。人家他就是提一个66案，你还跟人家问那么多？不是，因为孔委员讲没有讲说冻结十分之一，他提的案就是66案，你不觉得吗？那孔委员是冻结第一，他提66案而已。那我后面冻结30%，那管委员针对66案冻结十分之一。我后面还有案呢、哦，那这么一讲的话，那我们整目先冻十分之一嘛？对啊。就是冻结十分之一了哈，冻结十分之一，那个以那个报告委员，我们可不可以就不要45万提那个专案报告？要专案报告就是要冻结嘛，怎么可以不冻结呢？冻结然后你们才会改进，才会提专案报告，专案报告做得好，然后我们再解冻啊。哦，你提，那主席这样好吧？我是不是以45万的哈那个十分之一了？什么？不要说已经过了啦。45万是第二目了，孔委员是不是66案的十分之一？可不可以？66案的十分之一，好了，那就六十案吧，60案嘛。你讲爱和您讲，我得和您讲啊。来，好了，六十案，我们一案的处理。如果孔委员等一下对其他案还有要提动啊？对啊，我还有，我们66案，请问有没有意见？你现在是整目讨论？其实66、67、68几乎都同一个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就那我们就第这从60案到76案的部分，我们把66案的孔委员的提案本来冻结30%，1112万4000元冻结30%，那国安委员提出冻结10%，那请问我们冻结10%好不好？好，我们就是我们的。那经过专案报告后使得动支，好，那还有60案，我这边也提出冻结了，没有，删减。60案，张立善委员的，哦，对了，好，好了，已经动了啦，后面还有孔委员，后面还有60案啊，我今天是代表他们来这个哈，啊，他包含66了。含在66，对了，好了，那就动多一点了，20%了，好不好哈？就66万吧。啊，冻结10案，冻结10%了哈。好，我们就第60案到76案部分，我们第三目的部分，在除了第66案，冻结10%，等到专案报告之后，使得动支，其余照原列数通过。好，那第77案到88案第四目的部分，那请各位委员表示意见。要不要先说明一下什么叫促进社会发展？那个你们每一处的业务稍微说明好不好？我们现在整目这样讨论。经济发展我们了解了，促进社会发展。一讨论就23案就没了。这个是哪个？好，各位委员好。那
社会发展是指说我们国发会成立以后啊，在强调经济发展的时候，它会伴随一些社会的问题。那最主要是有社会公益的问题、弱势族群，还有族群分析的问题，哈，族群还有新住民，哈。那我们是聚焦在比较属于弱势的部分，哈。那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今年的那个经费啊，已经从去年的这个2202万啊，降到1956万，所以已经降了245万，降了11%。那其中委办的经费啊，大家很关注，也是降了282万，降了24%啊，那这些里面包括这个重要的这些关键议题，要做中长程的规划，然后让各部会啊能够提一些社会发展类的计划来做执行，解决一些我们面临这个公平正义的缺口这个部分。另外这个委员也很关心社会企业啦，还有社会经济能不能来有一些发展，然后就在地产业啦，在地能够提升一些就业的机会，我们也都在这里面做一些规划。那我们很恳请委员，就说我们的经费哦，其实已经总经费降了11%，委办的部分降了24%啊，总体经费都是降下来的。好，谢谢国发会说明。好，那你们社会发展方面哈，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提这个冻结或删减啊？是因为城乡差距太大了，啊，那城乡差距太大，这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啊，那你不能讲说我只有比去年度的删减，那为什么会造成城乡差距这个失衡？就像我刚才讲的，哦，陈委员说重大指标性的建设，那我是认为城乡均衡发展方案那个很重要啊。对不对？城乡均衡发展方案有乡镇公所的改建大楼，哦，有的是围楼什么的那个，所以我是说，你们要鼓励那些像什么内政部啦、什么人民会、农委会的农路啦，什么这个都预算要增加嘛。对啊，刚刚这个就是因为你们不重视，才会有城乡差距。跟委员报告一下，您刚才指教这个部分是在我们那个国土处的公共建设里面执行。是，他是不在这一幕，不在这一幕。社化处这里面有包括像说，偏乡的医疗啦，哈，还有像说这些有一些环境的落差，我们必须要去做服务的改善的部分，也都在这我们这个处里面执行。没有在这一幕哈。没有，所以这个经费都已经很少了。那这部分哈。那跟公务员解释这样子哈，那请问一下，那针对77案到88案，请问各位委员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原列数通过哈。那等一下后面第七幕的时候再来讨论，好不好？好，我们照原列数通过，就是刚刚讲的呢，国土处啊，好，那第五幕第89案到105案，哇，这比较多哦。那请问各位委员，请表示意见。请处长简要说明。是，主席各位委员，这一部分主要是关系在本会产业发展，本会产业发展处主要是负责产发处哈。是，就是各个主管产业主管机关虽然有他们的主管，但是有很多计划是必须要跨部会协调以及审议，还有一些相关的公共建设，那这一部分都是本会产业发展处主要的业务。那除此之外，我们也会主动研拟一些相关的计划。譬如说亚洲矽谷方案，这些这是我们产业发展处最主要的业务，在这边跟委员报告。所以你们这个还是委办费吗？委办比较多吗？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委办？你们总共8173万，总共有多少委办？是里面大概有6300多万的委办费。对，那这个其实我跟各位委员解释一下，因为有一些案子其实是我们要委托专业的机构执行，譬如说我们要把台湾的创新创业带到国际上，那这个可能不是我们公务机关可以直接来处理的，所以像这些我们都会请专业的机关来做。还有像 我请教一下、你们讲专业的机关，比如说什么机关？专业的团队，譬如说国际上，譬如说台湾的一些了解创新创业生态或了解物联网的专家机构，或者是你这样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是，你要跟我讲哪一个机构，哪一个机关，哪一个团体，我要知道的是这个部分。你们讲了解台湾的创新创业，是那台湾的创新创业是什么？那他了解创新创业的哪一个区块？你们现在委办他是做哪一个区段？我想要知道，你至少跟我讲其中一项。是，我跟委员报告，就是像我先询问一下，像你们有一个是要创业拔萃方案，那我这边的
问题是你的园区一变再变，圆山花博要松江大楼又移到台北三创育成，啊，这些是怎样？它是民间的，是你们，这是我们的委办计划，你们委办它，是好，我就跟大家绩效是怎样？有，我就跟两位委员说明，像这个计划就是要把我们的创新创业团队推到国际上，所以我们委托的鼎奇国际公司，他聘的团队里面有一半是外国人，有一半是外国人，那里面的人有像有 Microsoft。有这个 Google 的经验，所以他们非常了解国外的这些创新创业的生态，而且他们有非常多的国际经验。重点是有没有引进来台湾投资？你公司里面一半是外国人，要请外国人何其简单啊！我要的是有没有进来，有没有成效。是，你如果公司可以搞全部公司都是外国人，那不是更好？这是委办计划的一部分。另外，我们委办计划还有一个就是帮助台湾的，譬如说像 Garage Plus 时代基金会，他们就是引进国外新创团队来台湾。所以像这些都在我们的计划里面。主要是你这个方案哦，园区一再变啊，那让人家觉得说你这样是一开始没有定案好，还是他就是随他们爱怎么？这个成本的问题。这点其实因为刚开始台北市政府有一些不同的规划了，那后来我们虽然改到松江大楼，但是因为要作为自己使用，我知道你们要再换地方啊。是。但是其实这并不影响 TS 这个计划的推动，因为他们是带动台湾的团队出去，然后引介国外的 mentor。花博是花博那里嘛哈，他们的服务没有中断。所以现在已经结束了嘛哈，那你没做了嘛哈？那个地方没有在用了，他没有结束了，他只是换地方。我知道换在哪里。这个计划现在团队是在三创大楼。哦，三创。三创，哎，是。哦哦哦，在光华商场那边。三创大楼。啊，持续在做的有多少家？应该是说我们基本上是让国外的新创团队先了解台湾的新创环境、啊这个，所以每一梯次大概有十几对。好，那国外这个团队委办接受你们的委办这业务多久了？我们从去年开始，去年才开始。对对对。那这整个了解的计划是要多久？就他要先期了解的这个 project 是多久的时间？应该是说你给他的了解期是多久？没有，应该是说我们委办了一些民间的团体去国外招募国际的新创团队来台湾，大概每次有七到八，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计划。TS 是你刚刚讲的，你那个国外的团队要来了解台湾的新创计划嘛？对不对？是。那我要知道，就是说国外这个团队你给他的了解期是多久？他必须花多长的时间去了解台湾的？他们招募来大概会，或者是了解国外的新创计划？他们招募来大概会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待一个月？对，一个月就能了解台湾的环境。他就是我们，然后就把这个资讯带出去。我们帮他引介一些台湾的厂商做一些媒合，譬如说国内的大企业。譬如说，有一家英国的新创团队要做一个智慧表，那我们就引介台湾的国际大企业。他们媒合以后，这个团新创团队不见得一定会在台湾，但他们很多研发或者是制造快制的功能会落在台湾。我基本上建哎，对不起，来徐委员，我想问哈，就说这是多年期的嘛，对不对？是多年期的计划，对不对？啊，你们大概跟他是签多久？然后预算是每年编嘛？对对 是四年的计划，四年的计划。那你们会不会中其中有个评估？有，会有个绩效。有，好，比如说刚才邱委员关心的，到底有多少家国外的团队来，应该会有个数字吧？有，好，这些我们都可以提供给委员，没有问题。那他只是介绍而已，他有媒合的效果吗？有，没有做这个要求吗？有些。那到最后可不可以量化？你提供量化的数字、数据给这个给本委员会委员？我觉得大家关心啊，因为主要是我们从外表上看起来，它一直变地方嘛。刚才陈明委员讲了，本来不是在花博那边，啊，现在换到三创。按，啊，你说跟台北市有关，啊，这是跟台北市合作的计划吗？之前不是，但是地点之前是跟台北市政府谈的。他在当时是跟郝龙斌谈的啦。我跟你讲，这个说白了，这个原来就是说，原来国民党时代的国发会是跟郝龙斌谈的，因为那个花博做完以后，那里空荡荡的，不知道做什么啦。所以就在那里就把一笔钱两亿多，哦，就花在那里装潢了啦。那后来科批上来以后，就觉得怎么你还住在这里，所以有一点反对的意思啦。所以他们国发会现在就移到现在什么产创大楼去了，哦，不知道哪里那里是什么地方啦，就花掉了，安内就丢了，哎，啊，呀，那個，钱开掉一把，没有那个没有装修啊，
安内就对了，大概情那个来龙去脉是这样。那前因后果大家了解，请问大家表示意见。具体的，因为我们有89案到105案，第五目在这边，那有各个委员有不同的冻结，有删除的，有这个其他的处理的，请各位表示意见。来，请管委员。我所知道了哈，国外太多哈，在寻找世界各国值得投资的新创议题啦，根本不必花钱去找人家来发掘新创了，人家自然而然就多的是这种团队，到处在找投资对象。所以你们哦，你们最重要的应该是弄那个平台，无论是资讯的平台或者是 event， 这种很多很多的事件，让我们国内所有的新创可以有机会露出去让人家看到嘛。我们要的也是外资来投资啊，或者是国内的来投资，可不是要你们自己去投资啊。你们那个什么国家投资公司比不上说百花齐放，国内的资金国外的资金来挹注新创投资啦，对不对？对啊，对啊。所以我一听到你们说什么要委托一个国际的团队去发掘台湾的新创，欸，我觉得乱七八糟，欸，很可笑，欸，你们在想什么啊？没有，我们是带他们出去，就像主持人提的，我们带他去国外的 event。其实哈，也不要啊，你就弄平台让全世界来啊，对啊。我其实基本上，那这个你要委托一家去做这种事哦，像这个我们就委托。不是，我基本上觉得你们这个就是公务人员的思维啦，哈，空洞化了。你们现在民进党执政，哈，我觉得应该你们要有比较前进，所谓的创新、新创，从你们的脑袋先换起啦，从我们自己的政策先换掉啦。很多的新创事业，人家不愿意来台湾，或者是不敢来台湾，其实是台湾的法令把自己绑死了，把这些新创事业绑死了。你们应该做的是要去把这些法令松绑，哦，然后不是说去带人家来看台湾有什么新创可以做。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本末倒置啊！我觉得民进党执政不能再去 follow 过去国民党做的那种错误的事情。国民党执政的时代，把这个所谓的新创放在花博，其实是为了消化花博的那个场馆嘛。那当时已经在立法院被批得体无完肤了，那你们现在把它移到所谓的三创，然后又继续做同样的事情，如果是这样，干嘛要换党执政啊？我们总要做一点跟国民党时代不一样的事情啊！虽然我知道底下的文官都是同一批，可是你们能不能有一点新创的精神，从你们开始做起好吗？不要什么东西都是委托，委托什么专业团队？这种专业团队，我一听都觉得真的是胡说八道啊！好，你们有没有办法哈，去扰动到说台湾到处像雨后春笋一样？到处都是平台，到处都是事件，到处都是让这些新创的金头脑可以露出的这种设计。哎，这种设计哈，我办公室的助理就懂得怎么设计了。你们公务员的头脑都到哪里去了？什么事情都委托，什么事情都委托。那个，我想这一幕哈，大家都意见比较多了哈。那我这边有意见哈。那我是说，我们这个促进产业发展这边创新产业旗舰计划啊，这个有没有重复哈？有没有重复的使用？然后它最主要目的就是要就业率嘛，你要反映在它提供我们多少就业，啊，有没有这个成效出来？那你这个成效就业这个成效不彰，那这个我想。我主席，我是这样建议了哈，是不是这个酌减一点了哈？酌减500万，然后总共8173000元。本来那个彭委员提案，张立善委员提案是酌减3%吧？那请问各位委员，我觉得冻结20%，请国发会做个报告了，这样。好，来，徐委员主张冻结20%，然后提一个绩效报告了。报告。好，因为我看他是多年期，你们是今年第几年？到1.7到1.7，好不好？那个，
这一项是大家比较有意见，我们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删一毛钱嘛。我们说我们这边减酌减呢。有啦，你刚刚66万有删了、啊，有动了、啊，是好不好？我可不可以一分钟说明？谢谢。好，30秒。啊，30秒。变了，太鸡巴了。好，官员具体提案。删减100万，那个来邱委员删多少？我没有意见呐，哈，我主要真的希望委员的做法，副主委你们有听进去？你们就说换了党执政，我们要有一些比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出现呐、啊。我刚才就想向委员说明，就是说我们给他的任务已经做调整了，除了国际化之外，我们就是要串联整个台湾，把它平台建制起来，这个是我们新的要求，好，让台湾的这个新创可以百花齐放。就是，我觉得新创应该从你们自己先做起啦。是，我看一下哈，你们国发会每一个科室全部都是委办呐、啊，经济研究也委办，新创也委办，什么东西都委办。好，那个心态真的是像邱委员讲的，要换脑袋了。好，你们不能够说委办出去，结果公务员越来越没有想法。我跟你们讲哦，我最近是看到一个哈、哦，日本，好，日本一个小镇。观光局的官员皮包提着到台湾来拜访旅行社去行销他们的行程哦，然后一家一家的特色这样好好介绍，人家的公务员是这样做事哦，我们的公务员要把自己空洞化到说什么都委外，然后就等着看报告，那国家就完蛋了。我们的公务员都把他委办给旅行社，所以人家叫龚明鑫来，龚明鑫你就做给大家看，我们的新创怎么百花齐放，怎么让我们那个一兆又一兆往外流的资金回来投资我们自己的子弟的金头脑。好，那公务员刚刚讲说删减200万，对，减200万。 那管委员提出100万，摆好了啦，他们本来就很瘦了啦，瘦巴巴的啦，那100你提的吧，就是没呢，150啦、啊、好了，150我们就第五目，好，这个促进产业发展的部分，总共经过委员之后，我们删减150万。好，所有的委员哦，都把它列进去那个提案，好不好？用科目自行调整，好，好吧。谢谢。等一下啦，那个，这是第五目嘛？第89案到105案，好，第五目，我们删减150万，科目自行调整，好不好？好，我们就照案通过。第六目，第106案至120案，请各委员表示意见。那先请国发会说明。简短说明哈。这个部分是、促进人力资源发展，还有完善老年经济安全制度。那主要就是做一些人口人力的一些推估，还有就是人力资源的发展。那包括就是推动人才培育、全球竞才方面的相关的一些业务。那因为我们在今年是有。在明年因为有编那个年金的年金改革的这个幕僚工作，所以预算增加的部分全部都是因为年金1100多万都是因为年金这个办理幕僚作业的因素。那事实上我们的业务费用只有在106年只有编641万，反而叫105年少了16万。那因为我们预算真的很少，那请委员能够支持，谢谢。各位，请各位委员表示意见。这一幕总共第六幕总共17586000元，请公务员说。那个112万，你们那个失业率从520之后就节节升高了，有没有去探讨它的原因呢？520之后，几乎每个月我们的失业率都在增加。其实我们最近那个失业率都在4以下，那目前来说算是就是并没有恶化的这个状况啊。嘿，那个原住民的失业率还是很高啊。原住民的部分就是我们有协助原民会在就是原住民的促进就业方案，我们有在协助他们做那方面的规划。嘿，那个部分我们有参与，有提供很多的意见。你可不可以协助原民会要提供正确的资料？
原民会说他们的失业率已经降低 降很多了，比一般的你们国发会是原民会的还要低啊，原民会是你们的手脚啦，所以说你们要提供给好好的方向他可以去执行。那原民会提供的正不正确？他说我们现在原住民的失业率是 4.9%， 那比一般的还要低了，有可能吗？那这个你们要你们要去跟原民会那边去探讨，要提供正确的资料好不好？好，好不好？我们会协助，因为他们是调查他们自己专案。那为什么我们一般的会每个月520之后每个月都要上升，失业率为什么要上升？整体失业率是上升的。对啊，请说明。每个月因为其实在现在来说大概就是因为前几个月因为是那个七八月大概就是暑期大概都是一个季节的高峰，嘿，可是目前来说它已经是趋缓了。对，趋缓了。对对对，嘿，毕业的时候。好，那请各位委员表示。邱委员，你这个分支计划有做七项业务，哇，七项业务包山包海，而且都很大的业务，人口统计、人口发展趋势分析、就业情况分析、人才培育计划、留才揽才计划、 APEC 国际人力资源业务，还有老年经济安全制度啊，你七项分支计划事实上过去都存在，其他部会都有，科技部也有留才揽才，教育部也有留才揽才，那你们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是其他部会、科技部、教育部都要听你们的这个政策的原则，还是你们只是做一些的这个 paperwork， 做一些的 research？ 那 research 而且也是委外的，到底不是钱的问题，有没有效果的问题，有没有重复这个做同样事情的问题？所以这个好，我希望能够多做说明。另在做七行嘞，七行这经费多少？600多，你一项才70-80万，你要怎么样去做这个 APEC 国际人力资源业务？你要怎么去做老人经济安全制度规划？跟委员报告哈，包括人口推计、人力的推计，都是我们同仁自己做的。那所以我们是做整个的，就是整合的一个工作。比如说教育部啊、劳动部他们都有相关的政策，可是我们会做一个协调。如果就像包括说现在延揽人才短缺的部分，那在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就是竞才的方案，那或者是完善这个留才环境的方案，都是我们在这我们眼里的。所以我们的很多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在做。那我们事实上委托的研究我们做两项，那而且都是比如说像创新产业人才的一个发展，或者移民政策未来的方向。那所以我们就只有就是说相关的这个很多工作，为什么钱这么少我们还做这么多事情？我是觉得基本上这整个目都要删掉，这个不需要由这个国发会来做这个事情。没有，像委员报告，就是你要拟定国家战略的经济计划，像委员报告，然后你一个人口的一个计划你才花不到，才花600多万，你能够拟定出怎么可长可久的人力的资源的一个战略方案，我很怀疑啊。不，向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就是院交易的，比如说因为人口的策略是跨部会的，所以一定要跨部会协商跟整合，所以我们就是在做这个工作。如果这个交给政委来处理就好了，交给政委来处理就好了。政委 我们主委就是政委啊，就是对。可是你把它做一个计划再处理，所以你们这个也是委外吗？我要请教一下，什么叫做完善老年经济安全制度？这是什么东西？跟委员报告，就是在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会协调，就目前台湾的老年经济安全制度，包括社会保险，如那个劳保、公保、农保这一类的，然后还有职业退休金，像军工教的退辅制度，还有劳工退休金这等等的，那我们是做一个统筹规划协调，所以这一次的国家年金改革的幕僚作业就是由本会来担任的一个。所以你们这个钱其实就是主要是业务幕僚工作。对对，主要是幕僚的一些工作，是年金改革会议里面的幕僚工作。幕僚工，那你们这是额外在聘用人吗？没有，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原有的人力。那等就是你们的人事费嘛？不是，就是博士会议啊，或者是整个网站的那个。那这个还要再另外领钱哦？所以
所以这个钱 是你们出的吗？所以今年有增加的预算，都是105年是用第二预备金，然后106年是编列预算来指引年金会议用的。对对，所以指引年金会议用的经费，对，都增新增的都是有关开会所需要的费用，对了，对，包括委员的出席费，包括一些事务费用，事务费都是在这一幕吗？对对。今年所增加106人所增加的都是因为年金改革，所以以后你们报告讲重点嘛，对嘛，如果是这个的话，对，那大家都如果觉得这个会应该办，那就会支持度会比较高嘛，你不要因为讲太抽象了，你知道吗？对啊，因为项目太抽象，好不好？内容要讲，那孔委员改革委员会的处理了，费用是怎么会编在你们国发会的？因为国发会是年金改革会议的幕僚单位，因为制度设计13种制度，然后跨各个部会，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统整单位来处理，所以是由幕僚作业开在我们这边。那现在已经开了几次？十次，二十次，二十次，已经结束。那你们这个花了多少钱？年金改革？是这样子，跟委员报告，就是如果是以今年的。是用动支第二预备金的方式，那我们开了20次会议，大概是花了600多万，那大概是这个部分。那明年主要是办分区跟国事会议，所以这边我们有编列大概1000万左右的一个费用。那你是用这一次是用第二预备金？105年是申请第二预备金，因为从6月开始来不及编列预算。那106年度呢，我们就是采预算编列的方式，所以我们会有在今年明年度的预算有增列的一个情况。你们这样子讲哈，会引起很大的误会。年金改革会议不是已经快要开完了吗？是跟委员报告，我们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年金改革委员会议，那这个我们在上个礼拜四呢已经开完第20次会议，那第二阶段我们要把这20次的委员会议的一些大家讨论的一个具体的一些共识呢，然后再由部会来研拟方案之后，我们在明年1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区跟国事会议，那这个呢会把部会在这段时间所研拟的改革方案在分区跟国事会议做一个讨论，讨论定案之后我们才会进入修法的一个阶段，所以说明年度的重点是分区跟国事。你们这样的解释就会有引起很大的误会啦。年金委员会议是今年在召开嘛，今年你们已经用第二预备金去处理了嘛，我现在在问你的是明年的预算编列的部分，然后你刚刚跟我回答是在处理年金委员会议，然后现在你才说这个是明年要开国事会议前，那你应该直接就要回答我们这个是明年国事会议要用的钱，你不能把你今年在讲在开会的东西你把它拿来解释成明年的预算，这个天跟地的差别啊。不是，谢谢委员指正啊！哎呦，我嘛拜托您一下，好不？这个没有延续的问题啊，你这个预算的编列是明年要开国事会议的钱，你就要跟我们解释这是明年开国事会议的钱，你不要跟我解释你现在的委员会议在做什么做什么，所以你这个钱的编列是这样，这个钱的编列明明就不是委员会议的钱嘛。你们连解释预算都解释不清楚。邱委员的主政是对的，不过你讲的我也比较清楚了。来，那我们具体的落实到106目的部分，那边写的改善人力发展、完善老年经济讲的哦。来，第六目的部分，各位委员请表示意见，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来我讲一下。那个我提3减100万就好了。我还没讲完，我讲完你再提。不，我有意见了，为什么要提3减100万？那个现在邱委员讲嘛，这个预算分两部分，你刚刚讲那7项这个分支计划、7项业务，基本上才不到400万嘛。你重点是在后面的这个委办，2项委办就是1300万了嘛，包括分区改革、国事会议的会议，还有网站跟文宣就要花300万，一个网站跟年金就要花300万，宣传要花300万，然后你又委托这个什么产业人力资源发展策略的研究，还有我国移民政策的检讨。移民政策的检讨总共多少钱？150人。150，对。然后你那个人才资源，这每年都在做，产业人才发展策略是研究。创新产业人才，因为现在5+2的产业，所以我们要特别针对这个部分，我们需要的产业的人才做一个。这个几乎都这个委托研究几乎都年年编了，那编完之后，你们写出来报告委外出去，成果出来都是纯查。
我们也没有接到你们，哎，总有记忆本给我们看看，到底你们研究的结果是什么？有没有这个资料？最起码经济委员会每个委员都要送一本嘛。你们委托研究报告都，我们都不晓得你研究什么。哎，预算给你们执行的状况，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品质的管控。好，我们你还要做移民这个移民政策的检讨，不了，就是移民，因为咱们就移民是移入还是移出？整体的移民政策，对，那移民跟人力资源发展有没有直接相关、啊、过去的确是内政部在做，可是现在很多事情行政院都交给我们在做，所以我们要变成我们甚至原来我们想要在人口人才政策汇报之下设一个移民政策小组，跟内政部共同来讨论未来到底我们的移民的一些内涵，比如说我们从哪些国别，所以就变成叠床架屋，你知道？没有没有，因为内政部已经不做了，在负责政策规划，到最后到行政院抱怨的时候，行政院又交给你们，你们要重新再审视一次。跟委员报告，内政部已经不做了，内政部已经不做，他们把那个人移民的整个结束掉了，所以就现在没有人做了。对，移民署呢？移民署也不做。移民署是执行吗？对，他们就认为他们是执行的，所以整个政策他们认为说是要请我们做。讲到原住民，就是你们是规划，原民会是执行；讲到移民政策是你们规划，移民署执行；讲到劳工政策是你们规划，劳动部执行，都是这样子吗？我们以后变成这样子喽？好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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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预算太少了。好，好吧，那我们第六目就依照这样子，照原列数通过，三一百啦。委员，三一百万就好了。我们的预算真的，我们才六百。好、啊，三一百万了。我们才六百万哎、欸啊！不就整目啊？他们自行调整啊。好、啊，这个才1600万哈、啊，总共1700多万而已、欸。1758万。考虑1100多万是我们完全不能动业务，因为它是年金的部分哎、欸。动两百万不是啊？来说明书面报告，冻结一百万可不，你不要删了，这个删哈，他就没有办法推动业务。这个不需要什么冻结跟删除的问题啦。这个完全就是开会业务会用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没有删的问题啦，对吧？开播期就是老的呀，对吧？实报实销，叫咪呀嘛，好，好不好？所以这个没有意义啦。就冻结一点吧，冻结一点好了，好。冻结两百万呐、啊，然后再以你的气度，不是冻结两百万的人啦、啊。你讲孔文吉呢、欸？我现在讲对镜头讲，孔文吉还冻结什么的？少动一点啦、啊，就是要一个报告出来嘛。啊，不是、啊、这个报告很清楚了。邱委员刚刚好了好了，用主决议好不好？好，好用主决议了哈。我们第六案就赶快去研拟一个主决议。我们第六案照第六目照原列数通过，第七目。第七目从121案到137案，哇，每个案子都十六案，十六案呢。是，来国土规划管理及经营管理。来，郭处长，请说明。是，国发会表示意见。跟各位委员报告，我们07是有关眷权国土规划及经营管理哈。那我们主要的业务有四项哈。第一项是有关国土空间发展的策略性的规划，是在国家发展规划之下来看空间的策略，然后以及相关的必须要的GIS， 就是地理资讯系统，这是第一项。第二个部分呢是有关永续发展以及气候变迁的调试，因为在温管法的分工之下呢，我们国发会是负责有关气候变迁的调试。那第三个部分呢，是有关公共建设计划的审议跟以年度预算的一个分配。第四个重点是协助区域跟地方的发展的相关的规划，包括离岛跟华东。那以上是我们的主要的工作的内容。好，谢谢国发会说明，请陈委员。国土规划哈。现在国土规划法通过以后哈，现在要替代的是区域计划法嘛哈。那原来坦白讲，国土规划原来就是最上位的一个计划嘛，这应该是原则性的。你现在把国土规划变成法，然后替代区域计划，那未来这些区域计划的这些法令的问题变成是拉到国土规划来，这样子以后会不会觉得会很多的冲突性？我是觉得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呢。这对以后后摆，譬如说嘉义县市这种云林县这种弱势的农业县份呐、啊，过去还你还把它变成是一个
变成是区域计划里面规划时候是农业区的部分。依照学理上来讲，它还是有一点期待哦。国土规划是区域计划的上位了，原来是计划国土计划上位哦，这是一个规划嘛，这原则性的规划嘛。但是你现在都把它变成入华啊，所以现在地方上现在一般真惊真恐慌哦。哦，以前那是干嘛讲哦？我一个农业区无要紧哦，有一日我那都是计划安内先通盘检讨，反正我也有机会哦，一个有机会哦，会变做主题区。你这样以后你那变做特农顶落去，一世人就是安内啊。哦，永远就是不变哦。所以这个未来哦，这个是这个、整体性的哈、哦，我是觉得，当然这个部分哦，这个现在权责上虽然是在内政部。但是现在国土规划如果说取代区域计划，其实就在你们国发会，其实你们就要做整体性的一个检讨，未来会有很大的一个冲击。地方政府现在前线这样子、哦、放下去，基本在等来监督哦，对地方讲的拢大家拢做烦恼的，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你们国发会要重新再做一个？不要说重新了，就是说你们要通盘检讨完以后，然后再去落实实施。这一个今年度是一个很关键的，你不要逼各县市就一定要把它检讨出来。如果检讨出来，未来就是变入法以后就是一般过去，但是一般农业区你这样讲过的就套农的了，后摆一世人无机会哦。哦，举例讲，你当农业无发展的中间，人还佫感觉讲期待讲有一日我家己的农地要有机会变做信义计划区的建地。即摆你画了了，你是一世人，我家己啦变做像台北这繁华，嘛永远无机会哦。你了解我意思吧？所以这个部分是应该你们要去讨论的。好、哦，尤其是你现在国土规划化变成取代区域计划化，其实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时候为什么要推动这个法。好、哦、啊，现在推动了以后，现在要如果要去落实，将会很严重的这个冲击啊。跟委员报告一下。现在这个状况是这样啦，就是说一个是国土计划法已经通过了嘛，哈，那当然就是依法来做了哈。那一个是内政部现在还是在做相关的一些执法，还在拟定当中了哈，所以有一些做法上面就可以透过执法来反映。那刚刚委员关心的比较是说实质规划内容啦，好，那实质规划内容以目前所定的大概是农业区分农一、农二、农三啊，农三就是那种有可能未来在调整使用的，所以还是有留有一部分的这样的弹性在规划上面做调整啦。好，所以不是那么，但是农一农二的话表示说它是很好的农地，就要确保农业生产的。那农三就是表示说它有一些条件，未来可以配合都市的发展来调整的，这样还是有一个弹性。你现在所谓农一农二农三啦齁，现在这样子分级啦齁，实际上现在也很难去判定说、啊、这个就是农一齁，这个为什么这个叫农二，对齁、哦啊，这个就是龙山，是啊，我是觉得未来应该讲来讲哦，哇，你好配，你好我好为了规着龙衣应该是足光荣的，这是但是农业社会，这个龙衣吼都是特龙，这统好农地嘛，但基本烦恼的刚强社会，刚刚讲安尼，我就一世人变好你看死刑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要怎么去做这个了解？跟委员报告哈，其实我没有关心到这个问题啦。事实上，现在按照国土法之后呢，它两年后呢，就是从两年后是全国的国土计划，内政部要提出来；在两年后县市的国土规划；在两年后呢，就是分区的土地使用的分区的一个原则。那我们也觉得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呢认为说，在两年后的那个全国国土计划，因为它要指导县市的，那我们国发会这边呢，我们希望从国家整体发展配合未来的人口趋势啦、产业啦、这个技术的发展，我们觉得其实是应该要有一些空间的政策，然后来协助内政部他未来在定他的全国计划的时候的依据。所以我们目前呢正在委托两年是年你是年一百按照法就是一百，现在105到107、109、107以前这个内政部要提出国土规划。那我们在明年后，我们会提出一个国家空间发展政策，包括一些重大的建设的方向，然后呢能够放到呢全国的国土计划内，然后它才可以才来指导县市的计划。所以刚刚委员您关心的说，我们国发会应该在对整个国家发展的建设要有一些看法，那我们在这个计划内，我们再就会提出来。我是希望哈国土这个计划法哈。现在开始推动之前，
国外扮演重要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全国性的整个这个国土的一个空间的一个规划。您定位就是定位啊，对，哦。今麦恁那边定以前，今麦地方上面咧讨论的进行中间哦，会不会有产生冲突性？这个你们也事先要去做协调，我们要去要做协调。对，是。好、哦，我是说原则性给他们去做规划，但是现在大家都很恐惶恐啊。是。我是觉得这个部分哦，整体的台湾哦，你唔能安尼只，只尤其是比如讲嘉义来讲哦，假设来讲讲哦，比如讲山区。已经有真发展啊，真强的一挂在高经济作物。嗯、您起码那规划落去了，会不会跟所谓的经济哈、哦、这个发展哦产生严重的冲突哦、嗯？这个部分你们也要讨论哦。要不然你们就把为了要做国土规划，现有的经济发展哈、哦，把它作为一个做破坏的话，将会影响这个民众的一个反抗，好不好？请孔委员。来，简短。刚才那个是大概了解国土计划法怎么样的一个推动了哈。那我现在是问比较一个，就是说你们现在有在全国的国土，你们分四种的一种样态嘛？有一个叫做地质环境什么环境生的敏感区，那个跟原住民高山地区的有关系啊。高山地区大概土石流比较多的嘿。那个是高山农业的发展，高山的产业的发展，到时候会不会像那个啊，全部都不能种啊，不能那这个部分呢？那这个部分你像阿里山乡，我上次去，山葵都不能种，哦，那个山葵都不能种那个，哦，那我是说你这个是国土计划法，你既然已经定了像原住民的高山地区，那你们现在有没有去先沟通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很重要，哦，你不要说啊，全部限制。全部限制啊，麻烦嘞、欸。哦，这个你现在是讲上面的哈、哦，我们听的是大道理，但是你真的要怎么样去落实，怎么去动？哦，那传统领域这个部分，你要跟当地的啊，像我们原住民这边要做一个说明呐、啊。这是第一个哈、哦，这个动作你们都还没有做，那我们现在都很恐慌了。你那个第四种环境什么敏感区那个我们现在是非常非常恐慌，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你们要找研明会找什么哈，你们要去好好宣导。那怎么样？哪些是限制开发不能种的？哈、哦，那你们这个一定要好好沟通了。但我们现在是一定是反对啊。我们可以种茶、种山葵、种那个什么高丽菜，对不对？像这个是以后会面对的问题。那第二个哈是针对预算的部分了哈。针对预算的部分，你们的执行力都没有超过六成，连续三年度哈都没有超过六成，然后管考重大计划198件，你都没有派专人去管考。连续三年，你们还没来哈、哦？嗯，还没来吗？有超过六成啦，60.07%了。郭处长从以前就。是。跟委员报告后，我们以前在执行力啦，其实的确是慢了一点，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委员们也有很多的指导，所以我们在去年的预算，我们到目前为止执行力已经到80%了，就是105年的部分。嗯、你那个100到104年度哈，56.28%，了解是69.77%，最后呢又是59.02%跟55.20%，这是101到104的。对，为什么执行力那么低？哦，是预算给你们编的太多了，还是怎么样？就是、哦、管考有没有去落实？重大计划198件，管考有没有去落实啊？各位报告，因为那个预算主要是编在补助地方，那因为地方还有地方预那个配合款，它在透过议会，所以在程序上就比较冗长。那我们后来在去年在委员的指导之下呢，我们其实提前作业，然后提前作业的结果，我们今年进度就赶上了，所以到目前为止105年，我们的预算执行率已经到了80%了。上是105年，是到目前为止是好。那我们来徐委员，另外一个就是跨区域，你这个上次有讲说每年完成跨域性合作整合计划要25案，那你们这次只有3案，这个差距很大了。是，那你有些案子很奇怪哈，国土空间发展特展、电动游园车，这关系是什么？是，就是你们有一些项目内容也很。来说明跟委员报告哈，
那个电动游泳车是因为我们在去年针对整个国土空间发展策略规划有一个展在空总那边，然后布展那里头呢，我们希望有一些就是动态的效果，里头呢谈到了是所谓的智慧运输啦，或者节能运输，所以有一个叫电动，这个不是在交通部，就应该在科技部、不是，因为我们是配合我们这展览在空总里头有对有一个示范性的，所以有一个编列这样的预算，然后呢针对那个跨域的部分呢，基本上有协助呢区域平台的建立，然后由每个县市提案呢，然后呢透过那一个区域平台来做规划。那因为这两年呢，大概县市做的重点大概是有关偏乡的经济的部分，或者呢就是它的气候变迁的调适的各县市的计划的部分。那这个部分都比较属于单一县市。那至于跨县市的部分是由国发会自己来委办，所以就不是透过补助案的方式啦，因为原则上所以补助的部分还是针对比较县市。可是你很多偏乡地区还是跨县市的嘛，对不对？对。好，阿你说明一下130哦。你在提建前国土规划及经营管理，为什么要编到1亿3000多万？这个1亿3000多是我们整个处的部分啊，哈。那有关的就是说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的第三目的部分是1亿2000万里头呢，有9700万呢是做补助地方的规划。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有两个方向的，一个方向是我们由上面整体政策由上而下的，我们每年会有定出不同的主题，然后有些部分呢是由县市呢自己提案呢，他认为地方发展所需要的建设计划，然后他你的意思是说这一笔钱就是分三阶段的部分呢，就是两年是你国发会规划，两年是县市政府规划，所以你这个两年的这个未来107年到109年的这个县市提出来的这个计划，这个经费就是从这里，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刚刚谈的那是国土规划，那是主要是内政部，他是主管机关，他在做，那我们只是在跟他一起来推动。那这个是我们一直就是说来协助地方发展啊所需要的规划。过去呢，我们大概办了气候变迁的调适，我们也办了偏乡的总和经济的规划，以及呢我们之前也配合就是地方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各项的规划会，我们是协助地方来做规划。规划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来协助呢这些计划呢，透过部会的你这个叫建前国土规划不是吗？是我们建前国土规划，我们处名是叫我们处的总预算是叫建前国土规划，可是里头还有分不同的主题的重点。不，我知道啊，所以你这里是第二款第七项第七目嘛。是那你今天编列的预算叫建前国土规划嘛，是，还有就是经营管理嘛，不是吗？对，对不对？你就编列1亿3300多万嘛。是。那我们现在要问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到底是在？这重点是在哪里啊？这钱，这你说9000多万给县市政府，县市政府是怎么样？是怎么花？他们是要提计划出来才跟你，还是你们原来就有一个计划方案要给县市政府去推动？对，我们就是两个方向都有，就是最主要的预算还是在零三的部分，就是在协助地方。就刚刚也跟委员报告，有两个方向，就是有个我们既定的政策方向。然后呢，他可以来配合，然后来提出规划案，然后我们就给。我坦白讲，这笔钱这么多，像过去我当县长，我就不知道有这笔钱，那你们到底是怎么拖？应该嘉义我们部分过去补助大概是他们有做茶叶的，就是阿里山上茶叶的发展相关的规划，还有观光是这几年了产业发展，还有那个台山县的相关的沿线的一个所谓的就是那个观光发展跟产业发展，直接跟你们要，还是你们就直接拨给他们？他们会来提案。他们会提案，那有像气候变迁调适，嘉义也是连续两年，我们也补助了气候变迁调适的，先做总体规划，第二个部分是做有关气候变迁调适是什么调适？就是调适，它就比如说未来的气候变迁以后，比如说水平面会上升，所以可能沿海淹水的地方，或者是强降雨增多，所谓的土石防治，所以一些灾害的防治，或者是这些部分需要有一些规划。哦，我是不是建议哈？啊，
我们协助规划啊，后续执行的部分的预算的话，我们会来协调各部会，从公共建设计划预算来支援。那个你刚才讲的什么补助县市政府的那个部分，那个资料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下？可以，可以，好不好？我们说这个，你说有补助阿里山政府的补助，阿里山我是有跟严明会要，我不晓得你们国土。我们所有的补助案都有在我们的网上。关于这个是给县市政府的啦，对，县市政府。那你现在讲这样子，还是要资料嘛？这个不是给孔委员，这不是给渔民乡的啦，对啊，他不是给渔民乡的啦。如果你们跨县市案子不多了，你也不要去定个目标说25个，然后可是你们实际上只有3个案子，好，是，对不对？是，好，谢谢委员，我会务实来检讨我们的目标。那我们就照我这样哈，哎，因为我咨询国发会最多就是你们这个单位啦，你们管国土跟离岛嘛，那我是说，再次通过一个附带决议是说哈，你们要主动协助内政部、渔民会。叫他们把那个今年要结束的那些计划，城乡均衡发展方案，还有那个殡葬设施改善方案，在原住民地区的都到今年结束啊，是那个你要主动要去协助他们把这个方案提出来，延续性的从明年开始再来，因为这个很有效，对那个能够解决我们原住民地区公墓饱和的问题，但现在还是很有迫切需要。那这个部分你们做执行进度怎么样？报告一下，那个像刚内政部均衡城乡那个，我们上礼拜才请他们一起开会在讨论，就是怎么帮忙他们啦、啊。有。你要叫他们提出来吗？对。好。内政部提出来啊。好。那我们就来请张立善委员。我第148。148案。啊，148案还没呢，我们现在讨论到121到137，好，121到137，好，好，那等一下，好，那赶快了，那我们就照原列数通过哈，因为这个部分不多。好了，赶快。那138到第八目的部分，138到144，那以前是研考会的业务，现在并到国发会哈，已经变得很少了，你现在变成1078万而已啊。国土讲完了，我还没有讲呢。过了。哎呀，总召，你刚刚不是讲说？等一下我们下一个来处理了，好。好，因为等一下我问你，我不在。好，请说。我们等一下，待会儿要做主决议哦。原住民的传统土地的这个调查研究测量量测，行。但是你们跟原民会好像没有什么实质的联系。那是原民会还是国发会的业务？如果是测量的话，测量的部分是原民会的业务。我知道，但是你既然也管这个事。你国发会全国的国土的规划嘛，对不对？那没跟你没关系。嗯，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他们用到。还要了解吗？这是你的业务啊。执行是他们。执行的业务是。那你要规划好，给他们去执行啊！你现在规划都没有，当然他们怎么执行啊？跟委员报告后，那就国发会要去协调原民会。我们大概只能说协调来推动相关工作，然后在必要的时候，我们看我们怎么样来协助他们、啊、那个主委啊，是主委吗？副主委，主委去参加。简单的给你一个概念，我们的传统土地经过10年的时间，我们从94年开始，差不多11年了哈。进度缓慢到啊，民怨重生啊。第一个，原民会没有人；第二个，原民会没有钱；第三个，原民会没有专业了，所以需要你们的协助了。哎，需要你们协助啊。那个总召，你跟孔委员一起提一个主决议来要求国发会来做这，我们来。有没有这类的主决议？好，我们来处理哈。OK。好了，我们来写。好，接下来第八目主决议的方式，主决议的方式要求国发会处理。我一直在关心的台东的深层海水，东部的深层海水也是一样。上个礼拜，这个几个媒体已经大肆报道了。你们有没有一点点的同情台东啊，或者是能够为东部这个深层海水？他不要让我讲。哦，拉不起我台，来换一个，换一个。你看，哎呀，来，怎么样让那个？不行，那个总召用麦克风。角度从你的规划者的角度去协助经济部，能够把这个水啊，尽快的不管完成，能够抽出这些。蓝金深层海水的部分，请国发会协助经济部。
哈、哦，来对于这个海域的深圳海水的这个产业的部分来做规划，好不好？可以，好。那也要再写一个，啊，你们写了，我来连署了。好 ，OK， 好，我们第七目就照原列数通过。第八目的部分，从138案到144案，刚刚提过了哈，包括137案的一个小部分，哦，都是管考，以前都是那个研考会的部分，现在只剩1078万而已，请原这个国发会说明。召集人，各位委员哈，那个管考处最主要的工作是对总统政见，还有院里面的重大政策计划的列管，还有这个专案追踪，比如讲说像垃圾大战，那怎么样的去跨部会来协调？那各位委员对那个管考的功能的发挥啊，有很多的期许。那事实上，我们在今年就已经做了很多制度的变革，包括重大公共建设呢，在执行的中间的时候，我们就专案评估，然后后面的借期评估，那甚至后面呢，我们今年选定了10个计划做营运评估。那过去的管考比较重视是计划的执行。那我们现在是跨部会协调解决问题，比方说高雄铁路的地下化，碰到那个农地的用这个青木的问题，那我们就跨部会帮农委会来协助来这样子的建设。所以这个部分呢，因为预算非常少，那委员也期望我们来加强这个建设。那后面也有几个是主决议啦，所以我是恳请委员啦，能够支持这个管考的工作，谢谢。好，谢谢国发委，请各位委员表示意见。好，没意见啦。好，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因为这个金额很低啦，那好，我们就照原列数通过。第九目145案到147案，总共3个案子，来请资管会说明。资管资讯管理总金额是2亿1011万1000块。总召各位委员，资管处说明有关于这个第九目的部分。第九目是整个中央政府的中央跟地方政府的这个网路的基础建设，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那个 GSN 的网站呢，全部都是由这一个GSN 的网路，是我们一个整个政府的一个大内网。这个骨干的这个经费呢，都是由这一个项目底下支出。所以呢，我们现在列出来的2亿1011万这个经费呢，几乎是已经是没有办法再做调整的空间以上。谢谢。来，请问资管处针对第九目总共2亿多，来，请各位员表示意见。那个如果没来第五十一名第151案啦，好，没有，我们到第45到147啦。啊，147哦。啊，那我们先照原列数通过。第十目。啊，谢谢各位。第十目148到165案，哦，这比较多了，是，深化推动政府资讯应用建设，3亿2870万，是，来，总召跟各委员报告，请说明这一个计划呢，是资管处在推动第五阶段电子化政府的这个计划，这里面总共分了7项的子计划在执行，分别的就是在处理这个政府的 GPKI， 也就是一个凭证的这个基础建设，还有这个云端的机房的一个基础建设。我们提供的这个云端机房呢，资源除了行政院国发会自己的这个系统之外呢，还有这个凭证的基础建设跟云端的基础建设，是是是是是，那还有就是我们目前正在推动的 Open Data， 还有这个Join 平台，也就是公共参公共政策网络参与的这个工作，也都是在这个计划下面在推动执行的。以上简单吧。这个部分我有点意见哦，我想有没有疑问呐、啊？请问一下。因为你知道行政院资安办是虚设的，但是你们自己资管处，你看从第九目到第十目，都其实经费占了国发会里大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你们对资安的部分，又要云端，又要凭证，那么资安是很重要的喽。你们是怎么做？还是全部交给行政院资安办？并不是跟总召跟委员报告，我们建立起云端机房的时候，当然这个资安的部分就有这个经费来支持。我们云端机房的资安是由我们这边来负责，那资安办是制定一些资安的政策，我们是符合那些政策，他来稽核的时候来，我们会来请张立善委员表示意见。嘿，
Hey, 我们看到议事办案了哈，我们发现说哈，现在国发会哦，无论是在网络啊、网站这些 APP 啊，使用都非常的低落，而且效果都不彰了哈。比起民间政府啊，基林威这个临时政府的这些非政府组织啊，他们的网络都还严重的不足，他们反而民间的做的比我们还要好哈。所以呢，我认为说编了3亿多的预算要来做这个部分哈，有点浪费公帑。所以建议呢，3%减30%。好，建议减列30%。来，请各位表示意见。提一下哈，对，所以它是最后第四阶段的最后一年嘛，是不是？对，是第五阶段的开始。第五阶段的开始。对。那主要是因为，其实刚才张委员讲到，就是去年感觉绩效不好了，啊，所以你们有一些改善的方法吗？是跟各位委员报告。我们过去大家觉得绩效不好，其实是因为资讯技术不断的在进步，有一些的环境在改变，例如说像新的设备不断的出现，行动设备这些等等。过去这一段时间，政府的网站呢，或者是提供的服务呢，都一时没有办法跟上这些的进度，所以我们在第五阶段规划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些的环境的改变呢，要赶快迎头赶上，所以我们就列出这样的经费跟计划执行。所以要不要等他们提报告，先冻结20%？你讲的这些改善计划提出来。来看，至少你们主委、副主委的 APP 啦、网页啊，点阅率要高一点吧。点阅率很差的。对，你要做示范嘛，对不对？是在 Open Data 那个部分的评比排名已经提升了。跟委员报告，我们在 Open Data 的排名在去年是世界第一。我们不以这个为满足啦哈，数量当然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那可是里面的品质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明年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呢，会在这个Open Data 的品质要加强。我们今年也把很多政府那个 App 效果不好的都停掉了，那个文字 APP 要做处理，文字 APP 要做处理，删掉一半以上。可是当初你删了一半，你要检讨啊。当时花那么多钱去建制，然后使用率低，把它删掉，就了事了吗？有啊，就立法院不会骂，就找不到东西。就毁尸灭迹了，不是啦。那请问，那我们怎么处理？刚刚张立善委员，我们冻结多少？冻结20%提报告，徐委员。30%了，到目前为止，国发会都还没删半毛钱呢。有了，删了好几百万了。150万，前面还三。那个来，请说明。跟主席报告一下，因为有具体的两个案子在场喽。不，刚刚有这些案子都在场哦。刚刚总共提了将近十几个案子都在场。是，我们要做处理喽。是，跟主席报告一下，他这整幕的话，整个都是科技计划。科技发展计划的部分，然后这个部分之前的话，计划提出来是也有经科技部他们审议过嘛，请委员支持，谢谢。你说有经过科技部，来，各位委员，我们要进行处理喽。那针对第十目推动深化推动政府资通讯应用建设，金额3亿2870万元，有各个版本的这个部分，来，那我们要删减，或是冻结，或是删减并冻结，来。冻结好不好？冻结哈，冻结。我们做专案报告。冻多少？3000。冻结3000万。减了。减列3000万。减列3000。是，目前资通讯就是需要经费的支持哈，我们迎头赶上。因为资安呐、啊。是。治安还有一些环境新技术的发展，我们希望基础建设能够尽速的赶上国际上的一些的。我建议这样好不好？我们就动5%啦，好不好？5%的话是3亿2870万，冻结5%。对啊，不，我因为这个你跟政府的资通有关的哈，我建议不要用删减啦，好不好？我们要冻结5%，好不好？冻结1000，冻结5%。要减呐、啊，你冻结解说完就解冻啦、啊，对不对？你至少要减一下吧。稍微减一下，是不是？那就减100啊。那就减3亿多，减100。不要减500啦。减100，减500，那我们减200好不好？
好啦，好啦，这个国家减两百动百分之五，减两百动百分之五，好不好？不要太那个啦。减两百动百分之五。不要，你减了就不要动啦，动了就不要减啦，我们这个原则啦。减三。那个主席刚讲减两百，我们就听主席的啦，好啦，减两百啦，减两百，那就不要动了，好不好？不，这个国家资通安全，我想还是要顾一下啦。中选会的资通讯的，大学，大学是教育部的部分，哎，这个是政府单位的啦。我们是政府机关，政府机关的资通安全。对，包括地方政府，中央跟地方政府机关的资通安全。那就减两百啦，减两百啦，减两百啦，是啦，好不好？好，我们148万到160万第十目的部分，我们减列200万元。好，谢谢，谢谢各位。接下来。科目自行调整，好，第十一目的部分166案到167案，总共两个案子，这个是推动法规松绑与革新，强化经贸竞争力的部分，总金额620万是吧？9000万9000元，620万9000元，请国发会简短说明。是主席各委员大家好，有关这个科目的经费的部分，在针对推动法规松绑跟革新的部分，事实上我们在每年都会同仁都会跟各位协调拟具出那个整个经商改革环境报告了。那今年经商改革那个世界银行公布的经商环境报告的话，我们今年还是排第一名，第十一名啊。第几名？第十一名。第十一名。对，那很多在很多国家之前啊，那上次委员会已经有一个决议，就针对我们那个比较落后的指标，像跨境贸易的部分啦，要我们两个月内去检讨。这份先跟位报告。第二部有关那个商会的议题的部分，我们也非常的重视。像我们就定时，像我上个这个月的三号有去拜会过美国商会，针对议题来做一些检讨。那有一些成果。那因为我们今年的预算已经编得很少，比去年少了八十万，所以请委员不要再删减我们的预算。好，请邱委员。这个你们是业务费还是委办费啊？我们的业务费只有100万的是委办费，100万的委办费。100万的委办是委办什么？委员现在目前的话，因为是明年的预算了，目前项目还没出来，但今年的部分跟您报告，像说有些比较注意，就是我们同仁研究之后的话，觉得有需要委办，比如说现在外界针对所谓日本的产业创新法有些意见，有些建议啊，因为我们同仁自己研究日文翻成日文还是不是很清楚，那透过那个亚东关协去了解，还是不是很清楚，我会用少部分的钱来做一些委办，对，所以不会说是一个毫无目标的委办，所以我们现在只是100万是针对宽列之后，然后针对有些比较创新的议题来做处理，对，未来来处理。所以你只是先框一个100万的委办费在那里，未来看需要。对对 对, 對，没错，对，你这样会有些需求。等一下，那你们这个法规松绑是比如说哪些重要的法规的松绑？跟委员报告一下，事实上像比如说商会的部分嘛，像我们之前在跟日商在讨论的时候，像那个投资扣缴的部分，本来日商都是20%嘛，那后来我们协调赋税有时候就变10%，那还有所谓的哦，大的方案是那个跟委员报告，事实上像我们在处理一般处理像目前公司在协调修正的时候，我们也会征询一些业者学者的意见来讨论，然后给进一步一些建议。所以你们这个项目是专门只做你刚刚讲的是商会的部分的法规松绑吗？还是所有政府的？所有，对，那个跟委员报告，就是说目前是所有的法规松绑，像我们之前也去拜会过支出串头，那最近我也去拜会那个电脑工会，然后针对业界对于所谓的一些不管是软体还是松绑，那我们都会收集出来，然后会跟部委做协调，所以是全面的，不是只有商会而已。所以我们的预算真的很紧了。OK， 好，那如果各位委员发言完毕的话，我们是不是做一个处理？第166案到167案这两案里面，关于第十一目的部分620万9000元，我们照原列数冻结五分之一了。啊，那爸爸你玛丽，哎，总召，我有提案啊，你们都没有处理。我们力气把它用在农委会了。国发会才大嘞，国发会是最大的。哦，最大的哈，最大。钱很少，自己砍了80万了嘞，比去年比起来，已经砍了自己砍了80万了。对，真的。真是这样吗？那要不要来？要表示意见，我们协调一下，要冻结五分之一是吧？对。那个600万的啦，他要冻结五分。不要啦，你冻了五分之一，他就没得，他什么东西都做不了啦。冻，这个才600多万，你冻结五分之一很多哎、欸。
因为他的业务到底在做什么，我们现在还听不清楚。法规松绑啊！你要不要让他来专案报告啊？你这个不要再动，你要冻结。要不然请他们书面报告再解冻了。那就十分之一，好不好？没有十分之一的提案，我提的是五分之一。对了，我们把它修正。那我们把它改十分之一好了啦，冻结十分之一，然后你们来做专案报告。做专案报告了，好吧？那就连一六我都要动。啊？十分之一的话，连一六我都要动。主席，我们做书面报告可不可以？就是法规松绑的部分。对。好、哦。书面报告了，好、哦。总召提一六我要动。一六跟一六我都十分之一的。那个没有啦。啊。没有资通案啦、啊，那个已经过了，资过了。资通，我们刚刚已经同意了嘛，刚刚已经通过了，你不要再回头来讲这个了啦。我们现在已经讲第十一幕了，刚第十幕大家已经同意啦、啊。好啦，就这样了啦。好啦，我们就一六六一六七冻结。所以那167的部分可能有点167那个是出国的部分，我们没有增加人啦、啊，因为事实上你们科目可以自行调整吗？哦好，科目可以自行调整了、啊，好不好？冻结五分之一，然后提书面报告，然后科目自行调整了、啊、哈，科目自行调整。那你们提书面报告来啦。好，冻结，嗯，冻结五分之一了哈，然后赶快提书面报告，好。好，一六八案第十。五分之一，五分第一六六一六七哈，第十一目的部分冻结五分之一，科目自行调整，然后提书面报告啊来解冻。那一六八案第十三目的部分营建及设备营建工程，请说明。那个跟委员报告，一六八案我们编列今年编列了180万，主要是我们主管以后，我们现在有四个办公室。宝庆、松江，还有北栋大楼，还有台中的中心办公室，因为这建筑物都老旧了，都20年以上，所以我们就逐年编列一些好、哦、整修费用。像松江的话，现在进驻的话，我们老旧是多老旧几年了？已经20几年了。20几年了，对对。那我们最近就是松江大楼，像不当党产，还有我们的法协进驻，我们委托那个，因为它建筑物是70几年建的。那我们最近委托建筑师去重新规划，已经不符现在的公安法规，所以好了好了，这个不跟你们删了，我代替高志鹏撤案了哈。好，谢谢委员。那就照原列数哈。那接下来请宣读，接那个主决议的部分，请我们一案来哦。好，来169案，169案，请问，我如果没有意见，你就请接着讲说正常版。没169有些字眼是不是可以删除，就是第三行那边更自蔡政府上台以后到第三行更自蔡政府上任以后那边一直到什么电力不稳定那边节节升高，对对对，那边是不是请删除，那后面的希望我们提积极策略我们是可以照做。好，那我们169案经过国发会说明后，请问各位委员是不是可以依照这个方式把那个文字进行文字修正，好、哦，同意，好、哦，我们通过169案通，照修正意见通过。170案，请国发会说明。我们也希望用文字做一些修正，就是在倒数原要求，国发会那边，是不是可以改成原要求国家发展委员会与行政院国际经贸策略小组架构之下，配合幕僚单位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及经济部持续关注，评估并研拟相关因应对策。这个来是文字修正，文字修正一下，还是照张委员文字修正一下？就不为什么要这样改啊？因为现在的政策主导部位已经是在行政院的经贸谈判办公室下，因为他这个方案已经对，已经通过了。那你们也是会议成员啊？是，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会配合他做，所以我们是讲说，在这个组织架构之下，配合这个幕僚，就是行政院的意思一样就对了啦。Okay, 其实还是好了，没有他还是要做，但是他还是要做，他是在这个经贸小组的架构底下去做这件事情。好，那这个还是照修正意见通过。刚那个国发委要补书面意见，以便记录哦，哈。是，把那个书面的文字提出来哈。171案，国发委有没有意见？
一百七十七项大概不能同意，因为这个主要还是农委会的主责。这是农委会的业务吗？农委会的业务，对。所以这应该如果主决议可以放到农委会去处理啊，好不好，张委员？我们礼拜三就碰到了哈。好。来，请用麦克风，麦克风。有了有了。喂喂，因为我们去谈判的时候，那个国发会也是很重要的角色啊，好，所以你可以会同农委会，就按照我这个意见，我们的哦农业的盛誉在哪里，我们还是要有所坚持啊。没有，国发会没有主管这个部分啊。对，你这个要不要在农委会处理啊？我们礼拜三就处理到农委会啦。但是会，我们在农委会的处理啊。我有会同农委会啊。不，我们就农委会的时候再处理你这个案嘛，就不用国发会去会同。可是谈判的时候，国发会出。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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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判他们没有没有没有，对，没有。没有参与。我们就农委会的时候处理啦。把这个案子，好，我们就移到农委会再处理啦。哎，一七案就撤回了哈。一七二案，请国发会表示意见。一七二，我们同意。同意，遵照办理，好，通过。一七三案，请国发会。我们希望修改一下文字，哎，就是。第三行那边，若政府大力分配政策无法创造实施就业时，最多人这样政府是这样政策是失败的，到那边把它删除掉这些字眼。但是后面那个部分我们会照做，就是原要求国家发展委员会这样最后都照做，好，就文字修正一下，修正经过刚刚国发会所说提的修正，我们照修正意见通过。第一七四案，请表示意见，国发会。174吗？来来来，快点！174的部分也是希望就是原要求国发会那个部分可以修改为会同经贸谈判办公室。会同经国发会会同经贸谈判办公室。对，因为主责单位在经贸办公室。对对对。经贸谈判办公室。对对对。好，那我们照修正意见通过175案，国发会表示意见。175案。我们同意。对不起，174案应该是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好，要加一个行政院。好，175案我们照案通过。对对。好，那176案。修正文字。最后那边针对就业率那边提延拟。第几行？最后一行。最后一行。提出研析报告。提出研析报告，对，修改为提出研析报告。原要求国发会会同相关部会与三个原点点点点点点，对对，提出研析报告，对对对，好，好，那就照修正意见通过一七六案。那你国发会还是要补那个文，对对，具体文字说明哈，是是，给本委员会来一七七案，国发会同意，照案办理，同意，好。照案通过。178案，国发会。178案也是对，提出研析报告，就是在倒数强化这个强化原职能原住民族相关计划那边改成研拟提出研析报告。研拟提出研析报告。对对对。报告主席，请说。这个那个副主委啊，离山倡议你很清楚了。这个175。177，我知道你们同意，他同意啊。副主委知道这个离山倡议吗？离山倡议。你很清楚这个内容，那个精神嘛。人家日本做的很好啊，我不是精神，而是实质实务上是要在做的。对，这部分，这部分我们了解那个这个观念，然后一部分就是说也配合像农委会也要一起做了，因为现在你的高度就是国土规划嘛，我说离山倡议是非常好的一种新的，这个所谓的精神也好，这我们要的是实质对花东，那个地方确实非常适合来做这个离山倡议的那个，可执行的地方了，所以我要很清楚的看到你们的报告啊，要很清楚哈，不要糊弄我。好，谢谢廖委员。我们刚一七七案照案通过，那也谢谢廖委员在提点，国发会要遵照办理哈。178案的部分，照刚国发会提出的这个文字修正通过。179案，请问国发会有没有意见？179案希望文字修正，就是原要求国发会协同，是不是协助？协助。对，因为主政还是交通部。协助交通部。对。
交通部观光局，好不好？报告赵伟，请说。因为台东的观光是他唯一可以赖以为生的一个产业了哈。那么刚才为什么要看你们的智通信？你们到底在做什么？这个爱台湾呢，只有爱到一部分呢。整个台东到花莲中间200公里，将近200公里啊，真正有热点热区的微乎其微。所以你说你要做智通信，然后这个爱台湾，你们到底要怎么样做？我很想知道。哎，我可以是交通部没错，交通部观光局。所以你要协助交通部观光局。委员关心的就是说，如何在这些相关的观光游戏点哈，增设这个爱台湾这个嘛？对对，我讲这个，我们会协助这个交通部观光局来做了。因为以前是研考会，还不是交通部啊，是研考会在做、啊。对，研考会就是做我们所谓的原本的智观，哎，但是他配合那些交通那个观光点。因为你是指挥者嘛，规划者嘛，所以我要知道你们到底知不知道这个台东的需求啊？你就把它规划，是知道了，是你就协助交通部来规划，然后他来执行嘛，好不好？好，来，张委员，来回归到173了哈。刚刚因为你们觉得这个什么政策失败太难听了哈，那你更改的内容哈，我觉得这整段删掉也不对了哈，所以我现在哈念一下我要更改的内容，好不好？好，就是说若政府大力这一段改成。政府应该关注公部门资源分配与就业率之关系，然后原要求国家发展委员会针对5+2。好，那这样子，张委，你把那个修正文字弄过来，我马上处理哈，我等一下回头处理。那我们现在先继续啊，你把文字弄好，我回头处理。好，那179案我们就照修正议案通过，协同改成协助。180案请国发会表示意见，已经处理过了，已经处理过了哈。对，180案通过了，哎，就是有处理税入的部分，我们通过了。好，181案，请国发委表示意见。哎，赵伟哥，各位委员哈，这个缩短数位落差是教育部现在正在执行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里面呢，有非常多的部会共同的参与，包括像 NCC、农委会，还有国发会都有一同的参与。所以我们建议这个案子是不是就是在那个缩短数位落差的那个计划里面去执行？那国发会这边在参与这个计划里面所做的这个成果，再送交这个经济委员会以上，好不好？那就。就要不你们文字照案通过了，不是啊，还是这个是不是改文字还是怎样？这个是不是可以纳到教育部的那个缩短数位落差的那个计划里面？这个案子是不是可以在这边不用提出？好，那你们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是参与这个数位来用麦克风以便记录。我们是数位落差的调查。也就是说，每年都会针对这个各项的数位落差去做调查，调查的结果供执行单位在下一年度的时候去做改进的地方。好，那就请你们做调查来提供给教育部来做改善。教育部其实只负责学校的部分，那么其他的整体的这个是 NCC 在负责。那我现在只是告诉你，你这个规划者、规划大师啊，副主委。你是规划大师啊，对，所以你们要参与这个规划，然后再会同这个 NCC 是去完成偏乡的数位落差的处理。好，我们来了解刚才像教育部啊、原民会啊、NCC 这些机关在关于数位落差这一部分的执行状况，那我们来提出一个报告了。上个月内提出，上个月提供够不够？想了解那整个他们执行的状况，那也可以给他提供一些适当的建议，这样子好吗？那提供书面报告给本委员会。你的报告我会非常严肃的看，我先跟你们讲。好，那就限你们三个月，还是三个月够吗？可以啊，那我们就照案通过哈。那刚刚回头处理刚刚那个张立善委员所提173案的部分哈，那个修正文字就是把那个若刚刚国发会所说的若政府那段拿掉，改成政府应关注公部门资源分配与就业率之关系，原要求就后面就照这样子哈，好不好？那就可以了，那我们就照修正意见通过173案的部分哦。那
182案我们已经处理过了，刚刚已经处理过了。183案请原名请那个国发委表示意见。183案。183部分我们就遵照办理。遵照办理。183遵照办理。184案。184也遵照办理。遵照办理。185案。185要修改一些文字。修改一些文字。最后就是要求国发会于3个月内提出改善国内投资环境相关计划之检讨报告，送本院经济委员会。就要求。对，检讨报告。检讨报告，相关计划改成检讨报告。对对对。好，那我们照，请问各位委员，我们照修正意见通过。那186案，国发会表示意见。186案，我们也是做一点文字修正哈，就是最后面那个要求那边，就是要求国发会在3个月内将民众参与机制啊，2个月改成3个月，将民众参与机制。函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这样子，将民众参与机制之检讨。对，啊，将民众参与之检讨啊，我们机制已经有啦，啊，不是吗？就是参与机制的，将民众参与机制之检讨，参与机制之检讨，对，送交本院经济委员会，送交本委员会。对，好，186案我们照修正意见通过。好，通过187案。文字修正就是要求国发会那边后面可以加上协同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因为这个新南向协同好经贸办公室，行政院经贸办公室哈，照修正意见通过，你不再补书面那个文字修正版本。好，188案，请问各位，请问经营建会表示意见。这个因为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并没有实际上的注册，我们用的是 Facebook 像 Google 这些的注册的机制，所以我们建议调整相关的文字，在最后一行是请国发会在1个月内重新检视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复议方式。复议什么？目前哪个复哪个议？就是提案的复议。好，复议方式。好，改成因为那个平台是别人的复议方式哈。然后请问各位有人照修是不是可以照修正意见通过？好，我们照修正意见通过。189案，请国发会表示意见。我们建议是不是把那个一些文字把它删除了哈，就是那个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缺乏身份注册，以提高提案信度，这几个文字把它删除，啊，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说，对于后面要求的部分，我们会辅导地方政府的将一些相关措施哈，这些资料送给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这样。前面是一些文字，所以文字还是照旧，那就但是那段文字由于点点点到信度删除。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国发会的修正意见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照修正意见通过。190案，请国发会。190就通过，照案，没意见照办理是。好，照案通过哈。191案，请问各位请国发会表示意见。可我改成提书面报告。提出专案书面专案报告。对对对，因为加个书面。年底就会提出国发计划了。所以就是对嘛，那就提书面报告哈。好，请问各位委员对国发会修正意见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修正意见通过。192案，请国发会说明。文字修正就是原请国发会那边，因为这个是主管部会是经济部，可不可以请国发会会同经济部强化，就是把会加个会同经济部。对，会同经济部。好，把那音改掉，改成会同经济部。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国发会的修正意见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修正意见通过。193案，国发会表示意见。同意。同意，遵照办理，我们照案通过。194案，请国发会说明。同意。同意，我们遵照这个照案通过。好。195案。195案文字修正，可不可以在最后面加上说之可行性评估？啊，最后再加上之可行性评估，之可行性195案哦，对195案，减少20亿元之可行性评估，对，
好，请问各委员对国发会的修正意见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修正意见通过196案。是，这部分没有意见，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照案196案，我们照案通过197案，请国发会说明。197同意。同意，遵照办理，我们照案通过198案，请国发会表说明。同意。同意，遵照办理，我们照案通过199案，国发会表国发会说明。同意。同意，我们遵照办理，就照提案委员照案通过。200案，200案，同意，同意，我们就照案通过，然后201案，国发会说明，201同意，国发会遵照办理，我们照提案委员照案通过，202案，国发会说明，同意，什么同意？对，就是倒数第二行那边是同意，是委员在同意的，你们要遵照办理了。就是倒数第二行那边，就国家发展委员会哈，应会同农委会，那参考如欧盟、德日的先这些这样，加一个会同农委会。会同农委会是，好，好吧，我们加一个会同农委会。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国发会的修正意见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依照修正意见通过。203案，请问国发会说明。203遵照办理。国发会遵照办理，请问我们就照提案委员照案通过。204案，国发会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就依照提案照案通过。205案，国发会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就照提案委员照案通过。206案，请国发会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就照提案委员提案通照案通过。207案，请国发会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就依照提案委员照案通过。208文字。208我还没啊。谢谢。208案，请国发会说明。是，国发会建议做文字修正，在最后是修正成为要求国发会把这个重新拟定积极合理目标删除，改成为确实检讨修条，以确实达成第五阶段电子化政府之预期效益。就是你要求，你就是原提案要求国发会，然后重新拟定那段文字到哪里删除？到检讨的地方修删除，然后改成确实。原要求国发会确实检讨修条，好，事实改成确实哈，所以我主席重述一遍文字哈，就提案要求国发会确实检讨修条，以确实达成，那确实又确实，以确保达成哈，那改成这样子，请问各位委员对国发会所提修正意见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案通过。209案，请国发会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的话，我们就依照提案照案通过。210案，请国发会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的话，我们就依照提案委员照案通过。211案。倒数第二行。等一下，主席处理会议时间，我们继续延长开会到议案处理结束。好。然后211案是倒数第二行那边，就是原提案要求国发会那边是要求国发会会同公共工程委员会，加一个会，就是倒数第二行原提案要求国发会会同公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对。好，那请问各位委员对国发会修正意见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依照修正意见通过212案。212案，请国发会说明。国发会说遵照办理，我们就依提案委员的提案照案通过。213案，请问国发会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的话，我们就依照提案委员的提案照案通过。214案，请国发会说明。214案是不是文字说明？文字修正，请说明。就是后面涉及国发会主要执掌是事项不得委外办理，那句话可不可以删掉？只要说检讨这个合理性跟必要性。好，就是涉及国发会主要执掌之事项不得委外办理，这段文字把它修剪掉。对。好，请问各位委员对国发会的这个修正意见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修正意见通过。
215案请国发会说明。215案遵照办。遵照办理的话，我们依照提案委员的提案，照案通过。216案请国发会说明。遵照办。遵照办理，我们依照依照原提案委员的提案照案通过。217案请国发会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依照管委员的提案照案通过。218案有没有国发会请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的话，我们依照管委员的提案照案通过。然后我们主席要宣告，因为那个我们原先税出的部分第二案到第23案的部分是通案性的，因为我们后面的案子已经有做陆陆续续的处理了，所以第二案到第23案就照预算就照列。我们现在有新增提案，请宣读，马上处理。218案之一，218之一开始。新增提案218之一，透过国家国发基金设立之产业创新转型基金，结合民间资金共同投资方式参与企业进行合并收购、分割或其他有助于企业创新转型投资计划所不利之募资、人就库利经验，如国发基金挹注之加强中小企业投资方案实施，亦以同样相当帮助产业，却有过半被投资产业出现亏损及重北轻南等现象，要求国发会加强产业创新转型基金之管考机制，于两周内将书面报告提交经理委员会，提案人苏志芬联署人陈明文、徐永明等委员。218-2，为维护全球自然生态环境资源，打造循环经济体系，已是国际间之趋势，已有多国订专法推动。然而我国目前尚无专法及专责单位主政推广，国发会可于短期内结合民间团体及相关智库为主，研拟创新做法，长期订专法及成立专责单位方向思考，要求国发会技术评估于两周内送交经济委员会，提案人苏志芬联署人陈明文、徐永明等委员。218-3案，鉴于地方县市政府之施政方针与具体政策对于台湾有效推动永续发展与国土计划至为关键，缺乏一套对于生态环境与社会成本之影响评估准标准，更缺乏台湾各地生态资源的基础调查资料，仍要求国发会要求国发会于对于生态基本资料调查与地方环境治理评量工具进行相关规划，于一个月内提出规划报告，送交立法基金委员会。提案人苏志芬联署的陈明文、徐永明等委员。218-4案，有鉴于云林20乡镇在2014-2015年间平均下限超过3公分的16个乡镇，包括虎尾镇、土库镇、元长乡、宝中乡、北仑背乡、二仑乡、西仑乡、台西乡、西湖乡、麦寮乡、东势乡、水林乡、北港镇、口湖乡、斗南镇、大悲乡，尤其土库下限7.1公分居全台之冠，整体评估云林地区近20年的总下限量，内陆地区已超过160公分，沿海地区更达200公分以上。见此，政府应提出积极因应发，国发会应身为政策规划单位责无旁贷，且检视106年度政府投入城乡差距甚大，原要求国发会重视沿海地层下限之问题，提出有效方案解决及可行性评估。提案人张立山、廖国栋、黄伟哲等委员。218-5案，国发会106年度税入科目财产孳息租金收入较上年度预算及前年度决算相差甚巨，尤其不当党产处理，我会使用国发会所属松江大楼5、6楼却未支付租金，原要求国发会重新检讨所有不动产之使用合理及活化闲置空间之可行性，并使增加相关租金收入以符合资产用用价值。提案人廖国栋、孔文吉、张立善、黄伟哲等委员。这本席先撤。218-5案，提案人廖国栋、孔文吉、张立善等委员。218-6案，东部地区深层海水计划因取水问题迟迟未能将本项计划推进，致使产业化的进程严重受阻，建请国发会能加强本项计划的督导职责，加强推动本项计划早日由东部形成产业聚落，以提高东部地区经济产值，增加东部地区民众就业机会。提案人廖国栋、张立善、邱义莹等委员。宣读完毕。还有三个提案。新增主决议第一案，国发会106年度税入预算科目财产孳息下租金收入较上年度预算及前年度预算决算相差甚巨，原请国发会重新检视所有不动产之使用合理性及活化
空间闲置之可行性，使增加相关租金收入，增加资产使用价值。提案人黄伟哲、邱义莹，联署人陈明文、邱义。提案人黄伟哲、邱志伟，联署人陈明文、邱义莹、徐永明等委员。主决议第二案。查第二款第七项国家发展委员会第六目促进人力资源发展完善老年资金健全安全制度向下办理延审及协调推动人力资源规划应用培训及社会安全相关政策二办理人力资源发展规划及相关重要议题研究原要求针对第六目预算之配置计划具体之内容预期效益请国家发展委员会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书面报告提案人黄伟哲、陈明文、徐永明联署人孔文吉、邱义莹、廖国栋、张立善等委员主决议第三案国发会国土处应全力协助原住民族解决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调查测量及规划议题让长期以来原住民盼望解决的原住民土地问题能早日获得解决同时国土处透过往协助原乡地区办理原住民殡葬设施补助及城乡均衡发展方案到105年将结束，要求国土处几年要求国土处未来能持续本项政策，持续协助办理原住民殡葬设施及城乡均衡发展方案之补助。提案人孔文吉、廖国栋、张义善等委员。主决议第四案，有鉴于原住民失业比例较一般民众为高，政府却束手无策，国发会身为政策规划单位，都责无旁贷，且是106年度政府资源投入城乡社区甚大，原要求国发会重视原住民之失业率之问题，并提出有效解决方案及可行性评估报告。提案人孔文吉、廖国栋、张义善、黄伟哲等委员宣读完毕。哎。怎么没有把资料、啊、你现在只有到2186后来后面练的那几案我们都没有资料。那我觉得其实我们要等到主决议印完了给分发给各委员之后我们再进行处理哦。好赶快 印给各委员。至少现场有两位委员至少要印个三四份吧。来。先来这，你先拿去看。这是黄主席的签名。哎呦，骂你啦！你艰苦啦。来，先把2218-1先印出来吧。有印了哦。那前面都有的话，我们2118-1，请问各位，请国会表示意见。请国会说明。2118-1，我们遵照办理。遵照办理。对，请问各位委员，那遵照办理，请问各位委员对这个提案，好，我们就照案通过。2118-2，请国发会说明。我们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是不是可以依照这个案子照案通过？那我们就照案通过。那2118-3，请国发会说明。修正文字。修正文字，请说明。倒数第二行就是。倒数第二行。要求。国家发展委员会增加就是会同农委会与环保署，会同农委会与环保署对于点点点，对对对，对不对？是，会同农委会环保署。好，那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国发会的修正意见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案通过。第2118-4-4，国发会说明。修正文字，在倒数第二行。原要求国发会后面增加会同经济部，会同经济部。然后那个刚刚那个国民党党团有提出那个时间要求3个月内，所以我们就加了上会同经济部哈、啊，倒数第二行依照国发会这样子，然后最后一行并于3个月内提出有效解决方案。以及进行可行性评估报告，好不好？遵照办理，只加个时程哈，3个月内。好，2118-4，我们照修正意见通过。2118-5，请国会说明。文字修正好，在第二行，尤其不当房产处理委员用等等等，未支付租金这一段话是不是可以删掉？好，这个是重点。好。这是重点，怎么可以删掉？就是因为不当房产处理委员会现在占用你们松江大楼5、6楼的这个楼层嘛，那你怎么可以没有列入租金收入呢？
啊、哦，而且加上我们看那个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他们也没有列入租金的支出，所以现在是怎么样？可以这样暗通款曲吗？现在好，这个其实哈、哦，坦白讲，就法治层面来讲，机关之间的拨用或拨租，这个部分是有利可循。不过因为国民党有这个提案哈、哦，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保留一下，我们把后面案子处理完再回来这个案子，好不好？马上回来，不会不处理。好，然后我们21-6，请问各位国发会说明一下。遵照办理。遵照办理的话，我们依照提案委员的意见，照案通过。然后第六目的主决议有没有？请问各位委员会手边有没有那个主决议？有，请国发会说明。税入的主决议，这个啊，来给你，就这个，遵照办理是，遵照办理，好，第一案遵照办理，对对对对，没有，那个分开处理，好，税入案那个部分就遵照办理，就依照提，刚刚有一些，我知道，依照提案委员通过，那主决议。第六目第二项，第二款第七项，对，遵照办理。遵照办理的话，我们是依照提案委员的案子照案通过，然后还有一个孔文吉委员提案，是不是？好，孔委员，你的提案第七目哈。第七目第一项，国发会赶快看一下。是，我们建议国土处的部分。建议文字修正。文字修正。前面就是国发会国土处就先删掉，就针对会就好了。国发会、啊、对，然后第一行，那第三行的部分呢是有同时什么？同时国土处那部分应该是改为内政部，因为这个部分是内政部在执行的，就是内政部过往在协助这个计划。然后呢，倒数第二行的话就是说要求国土处改为内政部、哎、第三行，第三行过往协助原民点点点。然后呢，倒数第二行了，国土处改成国发会。国土处改成国发会。对，未来仍能持续，然后呢，本项政策持续这几个字删掉，就是未来仍能持续协助内政部办理。对，就是未来国发会国土处改成国发会嘛？要求未来仍能持续协助内政部办理。协助内政部办理原乡，然后呢，原民殡葬设施等等。好，是包括都包括了，有写了，都包括了。好，就是好，我知道，我再重新整理，国发会未来仍能持续协助，好，协助内政部。协助内政部办理原乡原住民殡葬设施及城乡均衡发展方案，那就补助就没了。补助要不要留着？可以，补助留着。好，协助内政部来办理补助。好，那你把那个修正的精确的文字这样提供给委员会。好，还有最后一个不。倒数第二个第七目的第二项的那个部分，也是孔委员提出来的。那原民这个国发会，请看一下说明。提出修正意见。提出什么？提出评估报告。并提出有效替定提出可行性评估报告，把有效解决方案先拿掉。对。好。请问各位委员对国发会的修正意见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依照国发会的修正意见通过。好，我们现在回来处理刚刚21-5的这个廖国栋委员、孔文吉委员、张立善委员所提的案，关于这个尤其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使用国发会所属松江大楼5-6楼，却未支付租金。这段文字，几位委员就坚持要保留哈。请问各位委员对于这个案子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那我们就依照这个提案照案通过。好，主席英明，你讲我英明，我会出来一段的。
好，我们档案局哈。好，档案局第几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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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继续处理，那我处理档案局。第几案？好，现在处理刚刚的，刚刚处理刚刚提案的部分哈，是那个让我们让会议的议事人员来处理。那但是我们继续处理档案局的部分，啊，处理档案局的部分案子不多。那因为刚刚都宣读过了哈，那我们一般的那个行政的部分、税收的部分比照通案的部分哈，我们等一下再回头处理。如果等一下都没有删除的话，我们回来处理通案。都是一般行政了、啊，好，那我们既然没有通案的部分，我们就第七目第一目的部分是219到221，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原列数通过。谢谢。第一目国家档案局第219案到221案是第一目，请国发会说明。来，请局长说。是。报告主席及委员啊，那一般行政里面编列的是人事费，以及我们在运作上的大楼的管理费、跟保全、跟清洁费等等的事项。那因为我们已经自己检列了74万了，所以敬请委员支持。对，一般行政。里面包括人事费，还有这个基本行政费用。会没的。那是基本行政运作的费用。现220啊，来，就我们是减列500多万呐、啊，啊，你说减列多少？报告委员，我们自己已经列减了74.6万。没有，那个一般行政与人事费占多少？你要说明啊。好，人事费总共有1.3亿。然后基本行政维运有2500多万，所以实际上的行政费用是2500多万。那请各位针对这个部分来处理，人事费不要弄那个国家的公务员了、啊。是，好、哦，这那2500多万。最主要也没有要删除人事费的，就是说你行政工作维持的这些业务费啊，目前业务执行情况是如何了哈？是。那我们王惠美委员提出来是冻结30%了，是。好、哦，那你要不要就是说少动一点、啊，针对这个部分来说明一下？好，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个基本行政费用，我们光是那个大楼的管理费就占了1400多万，那其他还包括我们的保全跟清洁费用。好厉害呀、啊！你是什么大楼啊？川普大楼吗？没有没有，在行政院的新庄联合办公大楼。哦，它是按照、就是、各部会分摊的啦。对，按照坪数分摊。好了，你们检讨一下，叫那个大楼管理费看能不能降低。哇，光是你们国发会就1300多万是吧？1400多万。1400一个月就100多万的管理费。是，他是用坪数计算的。猴塞雷啊，你真是。你们是几层？我们总共有7、8、9、1、2，总共有这个。好了好了。1、2、7、8、9。那你剩下扣掉管理费，剩下不是那个进驻管理费是。剩下管理扣掉管理费2500万，扣了1400多万，也还有1100多万的行政费用，对不对？好，那这个部分说明一下。是。剩下的行政费用是包括我们保全的费用，还有我们要请清洁人员的费用，分摊保全费用，对，还有清洁的费用。管理归管理，还有保全归保全的。是的，是的。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还有那个我们的资讯通讯的一些基本的费用。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各位委员，针对这个部分怎么处理？是的，同一栋大楼。按坪数吧。对，它是管理费，是一坪收180块钱。那我们依照我们所在的，这是政府的部门吗？对，这是政府的大楼吗？全部是，全部是，所以并不是公部门的大楼，而是管理费用。这个钱是交给大楼的管委会来运作整个公共。是单位的，是我们那几个进驻机关所共同组成的。那会轮流，今年是由原民会当这个主委，对总召。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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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委员，好了，我们就照案通过了。好、哦，照原列数通过了，照原不是照案，照原列数通过。谢谢。第二目，58万啊、哦，我本席撤销了，我的。谢谢委员。撤案，58万，你是？我早上都帮你连署那么多案、啊，你还撤？我在撤一案，我在撤一案，我才撤一案而已。好了，我在撤一案而已啦。谢谢委员。接下来第四目107万，来，请说明档案典藏。
是，那这个项目主要是因为我们申请了文化部的文资局啊，有关于铁道部档案的这个整理。那他根据规定，必须要他给我们的费用，我们要自筹20%，所以这个100万是自筹20%的费用。那所以相对应的，他给我们300多万，我们要自筹20%，这是依照规定的。好，好了，那我们22案就222案撤案，223案撤案。224案第五目的部分，请说明。38万。报告主席跟委员，这个案这个项目其实只有38万多哈。那我们其实在这个款项也自己减了7.7万。那主要是相关的服务需求增加，我们请委员支持，因为一点点费用，让我们可以在相关的服务的措施上开放应用，是开放给民众吗？开放给民众。对啦，开放给民众。好啦，就撤案了。24案撤案，225案第六目。谢谢。225案主要是我们的内部的办公室自动化的基本维运费用，那这个项费用我们自己也已经减列了7.5万元，那剩下来大概就是我们的一些包括我们的差勤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公文系统。你们这不是自动化了吗？对的，维运的费用。维运的费用是。那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我们第六案就照原列数通过哈。谢谢委员。那第五目刚224案也照原列数通过。第七目啊，226案到234案，总共1亿080万，请各位员请先请国发会说明。好，跟委员报告啊，本项的整体的费用是从这个年度新增的专案计划，那我们在整个计划的总体费用上已经减列了3160几万。那么依照而且我们这个计划是依照行政院的中长程的个案审议计划编列审核过之后，我们才能够编进计划进来的。那这里面委员所关心的，包括那个增加一个人有增加相关的费用，经过这是人事费吗？不是吧？ 不是我们的、这个、经过审计行政院的审计，经过审计行政院的审核不重要，经过立法院的审核比较重要，是好不好？因为委员有指教，所以我特别说明。好，那请问各位员表示意见。有那个232，是不是这样？232是不是这里？232是在这里，这没错。那个立法院预算中心是说，你们这个项目哈，这一幕啊，你们是禁用了非典型人力的经费很多了，出国考察、访问、开会、计划变更频繁，啊，所以很多预算编列是流于形式，而影响它的预期的效益。嗯。这个是立法院预算中心的、哦、来请说明，可以说明一下。好，是跟委员报告一下，在这个项目里面，我们的确有编列了承揽的劳务承揽的人力啊、哦，总共15个人。那这个年度增加一个人，主要是因为我们打算在明年度增加公文交换系统的资讯安全监控，所以增列了一个人。那至于整个费用增加的最主要，你说增加的人是治安人员吗？监控治安的监控人员，治安监控人员对，增加了一个。那其他的14个人都是做的是全国共用性系统的维运的事项。那主要增列预算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去年行政院主计总处有发一个通告，就是对于资讯服务的计算的维运的这个人力的计算费用的标准。那我们因此在106的预算就根据那个标准重新来估算，何时来估算那个禁用的人力，所以才会使得那个整个费用上会变成是900多万。主要原因是这样子。好，那请问。是出国在这个案子里面主要编列的都是有关于参与国际的治安会议，我们并没有做计划的修正。那请张委员跟孔委员，你们讲出一个删减数跟或者是冻结数，好，我们来处理。可能要冻结，然后来做专案报告。是，好，报告委员。做专案报告，我们要详细了解。来，我配合我们孔委员，冻结30%。冻结30%。做专案报告，了解一下，要不然你光一个人。多一个人就多了95%的这个预算编列，这样子好像有点太浮编了吧？对啊。报告委员，是不是能够我们来做书面报告？那个冻结数能不能请委员支持？让我们因为已经减了3000多万了。好了，那个我们在场委员哈，这样经过讨论，我们减200万，冻10%，好，然后做专案吧。你几页啊？你要冻200万？我已经减3000几万了呢。好，您讨论啊，不然等下堂从第一案开始审。我们报书面报告好不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对了。好。我没有，就我跟你讲，就我们部分是226至234案，我们第七目的部分哈，减200万，冻结10%，然后到院里面做书面报告，
书面报告科目自行调整，好不好？书面报告提出后，此得通知。好，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第八目，第八目235案，不会撤案，啊，请说明。好，报告主席跟委员，本项的这个深化国家记忆。这个年度跟106年是没有增减的。那在这个次项里面，我们有略微增加的主要费用，是因为档案量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在整理跟数位化的费用会增加。另外，我们在这个年度里面有主动征列的要去清查民国38年以前民间的档案以及省政府的档案，你是委外吗？增加，对，我们会请这个委外的团队一起来做清查。那2128万不？那请问国发委已经说明，请问各位委员表示意见。128啦，我想配合赵伟就好了。那我报告，那我好减50万了，减50万了。报告委员，能不能让我们来说明，来用书面报告说明？那我们减28万，那减28万，你们剩下来那个减28万，那动100万，好，那你们来说明，好，减28万而已，好，谢谢委员，好，谢谢委员。然后冻结100万，然后等到书面报告之后，这个来解冻，然后科目自行协调。好，谢谢委员。自行调整，好。好，谢谢委员。Okay. 好，接下来处理主决议，第236案，国发会说明。文字修正可不可以提最后一行？可以提出书面报告。提出书面报告。对，主要就是书面，因为这个本来就是那个、啊，那一个月还是两个月？一个月可以吗？一个月，一个月可以，一个月可以哈。我们就提书面专案报告。是。好。书面报告。书面报告。是。书面报告。好，236案照修正意见通过。237案国方会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我们请问各位委员，可不可以依照、提案委员报、这个提案照案通过？238案，请国方会说明。遵照办理。遵照办理的话，我们这是不是可以依照提案委员提案照案通过？好，照案通过。好，那请宣读那个我们修正的意见哈。我们继续开会，请宣读协商结论。报告委员会宣读协商结论。106年度国家发展委员会预算提案处理情形如下：税入部分，第一案及第180案并案处理，预算照列，做成决议一项，已宣读。税出部分，第二案至第23案并案处理，预算照列。第24案至第44案并案处理，预算照列。第45案至第59案含第182案并案处理，预算照列。第60案至第76案处理情形如下：第66案改冻结10%，提出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需个案预算照列。等一下，我们那个主席处理上会场秩序，那个饭便当可以发下去哈。啊，请继续宣读。第77案至第88案并案处理，
预算照列。第八十九案至第105案并案处理。第五目促进产业发展减列1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06案至第120案并案处理，预算照列，做成决议一项，已经宣读。第121案至第137案并案处理，预算照列，做成决议二项。决议的第一项，国土处第一行国土处删除，第三行部分国土处修正为内政部，然后增列及城乡均衡发展方案，国发会未来仍然持续协助内政部办理，其余照原提案内容通过。另外，第七目的主决决议的第二案，文内将有效解决方案以及删除后原案通过。138案至144案预算照列，145案至147案并案处理，预算照列，148案至165案并案处理。简列第十目深化推动政府资通讯应用建设2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66案及167案并案处理，改冻结1/5，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168案预算照列，主决议部分169案文内第二行当中，更自从蔡政府一直到电力供应不稳定删除后，照原提案内容通过。170案修正通过，修正内容在原提案内容的第五行，国家发展委员会于行政院国际经贸策略小组架构下，配合幕僚单位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及经济部持续关注评估，并研拟相关因应对策，修正后通过。第171案撤回，第172案照案通过，173案修正通过。修正的文字是将若政府大力与分配等删除后，修正为因关注公部门资源分配与就业率之关系，其余照原提案内容通过。174案修正通过，在倒数第二行，国发会会同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增列这些文字后，修正通过。175案照案通过，176案修正通过，修正为倒数第二行研拟相关计划，修正为提出研析报告，修正后通过。177案照案通过，178案修正通过，修正为倒数第二行研拟相关计划，修正为提出研析报告后，修正通过。179案修正通过，在倒数第三行原要求国发会协同，修正为原要求国发会协助交通部，修正后通过。180案改税路处理完成，181案照案通过，182案已于预算处理完成，183案照案通过，184案照案通过，185案修正通过。修正的部分在最后一段话的倒数第二行，原要求国发会于3个月内提出改善国内投资环境相关计划之检讨报告，其余照原提案内容通过。186案修正通过，修正的部分是在倒数第二行，原提案要求国发会于3个月内将民众参与机制送交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修正后通过。187案修正通过，修正为倒数第三行原提案要求国发会协同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等文字后，修正通过。188案修正通过，修正文字为在倒数的第二行开始，原提案要求国发会在1个月内重新检视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之复议方式后，修正通过。189案修正通过，
修正的部分是将文内倒数第三行，由于公共政策杠网络参与平台缺乏身份注册，以提高提案信度，以提高提案信度等文字删除后，照原提案内容通过。190案，照案通过。191案，最后一句专案报告修正为提出书面报告后修正通过。192案，修正通过。原请国发会会同经济部将后面那个应删除后，照原提案内容通过。193案、194案，照案通过。195案，修正通过。在文最后增加之可行性评估后修正通过。196案、197、198、199、200案、201案均照案通过。202案，修正通过。在倒数第二行，国家发展委员会应会同农委会参考增加会同农委会之后修正通过。203案、204案、205案、206案、207案均照案通过。208案，修正通过。修正为倒数第二行当中原提案要求国发会确实检讨修条，以确保达成第五阶段电子化政府计划之预期效益后修正通过。209案、210案照案通过。211案，修正通过。修正为倒数第二行当中原提案要求国发会会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等文字后修正通过。212案、213案照案通过。214案，修正通过。修正为将最后一句话涉及国发会主要执掌范围之事项等文字删除后修正通过。215案、216案、217案及第218案均照案通过。第218-1案、218-2案照案通过。218-3案，修正通过。修正为倒数第三、倒数第二行，国家发展委员会会同农业委员会与环保署等文字后修正通过。第218-4案，修正通过。修正为倒数第二行当中原要求国发会会同经济部重视沿海地区地层下陷之问题，并于3个月内提出等文字后修正通过。218-5及第218-6均照案通过。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部分税出部分处理情形如下：219案至第221案并案处理预算照列，222案预算照列，223案预算照列，224案预算照列，225案预算照列，226案至234案并案处理，减列2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并冻结10%，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235案减列28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冻结100万元，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236案主决议部分，236案最后一句专案报告修正为书面报告后修正通过。237案及第238案均照案通过。以上协商部分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同仁，有委员提修正动议的部分，照刚才宣读的协商结论通过。有没有修正？没有修正动议的部分就照列了。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的话，我们通过。本次通过的决议文字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来调整整理。本人议程处理到国家发展委员会及所属单位预算审查完竣，有关正式别税出预算随同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本日议程处理到此，现在休息。11月16号星期三上午9时继续开会。